好，三五十动五百。哦，三五十动五百，然后加书面，然后你们科目自行调整。我只简单问一个问题，你们的四年计划那个培训的人到底有没有流失？目前都还那个目前都还是在学界这边，或者是到有投入，有部分是投入台电或者是原能会这边的管那个工作。好不好？你们要把它列有专长哦，就像以前那个什么水中爆破大队啊，什么都有什么专长的，好不好？因为这厨艺有一天会用到他们，好不好？好不好？这个我特别拜托，好不好？好，那个主席啊，要写书面，赶紧清楚。哦，在身份证上面要加强注记，好不好？对，那特殊人员，提早进来。我三十七有呢。对啊，好了，我可不要这个家了，就是都已经。好，那个等一下，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哦，那是同一个案嘛？对不对？三六三七是同一件。那核心存我已经同意，就比照刚刚那个就不用再动，也不用删了嘛，是吧？那我就为了和谐，我尊重何委员啊。谢谢你啊，是好。我们进入第三十八案，是60、67，真的、哦。哎呀，你看，刚刚我想再重审一次都不行啊！好，那个主席啊，我都不困啊，赵兄们，好，67案，主席啊，哟，刚刚那个案子是动五百，我本来是想用专案报告了哈，是，那现在我不用专案报告，可是拜托主席另外找一天的时间，真的是针对厨艺的问题，请经济部。原能会一起来，好，这应该的，应该的，好不好？应该的，应该的，支持。好，应该的，好，好，现在进报告委员，报告委员，早上有一个三那个我们的原子能科技和那个计划的那个就是，黄委员提的那个，可不可以科目我们自行调整？哪一个？第几案？是，对，黄委员的第几案？263万那啊，第几案？第四案啊，第几案？哦，我知道，第58案，58案，我知道。对了，动263，简历啊，动500那个。哦，对呀，这个啦，这个来了。科目自行调整可以吗？不可以啦，这个有指定。他是指定对特种基金的。那个王总，已经是对特种基金的补助，就只有一个科目。好，还好，来，好，就这样子，好，接下来是。好，我们6869现在讨论67案是总项，我们从6869开始讨论起。来，高路委员到不在，来吴志阳委员也不在，那就照吴志阳的冻结。赵烈啊，好吧。好。好，那第70。等一下，不好意思哈。哎。要帮吴志阳讲一下，因为你这个是大陆旅费，我上次咨询的时候已经特别提到了嘛，对不对？你们不是说你们这个模式就是一年去，一年过来，一年去他们一年过来，可是你们今年你们要去，别人已经不让你们去了，你们还要干嘛列这个预算啊？可是我们要就因为没有去，可是我们要加强其他相关的一些。那你既然是民间的话，就不需要由这个政府来支出嘛，对不对？因为基本上你今年先确定一件事情，你还是要我们要参加，我们还是要去啊。没有，我现在只是要提出来，就是说你们上次回应就是说。的确大陆这部分已经拒绝你们过去嘛，我们通常是礼尚往来，一年来一年去的，今年他们已经私下已经好像特别提到说你们今年是不要用这个名义嘛，这件事确实的嘛，对不对？不让你们过去了嘛，每季的通报还是在做，那每季通报能够做的原因基本上还是建构在过去的既有的基础上，只不过呢形式上呢，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他们不让你去的理由是真的是因为520的关系吗？回答了这个，我想请那个中介陆方是讲的是说，上面高层有指示，就是我们的交流就暂时终止这样子。是吗？所以他为什么吴正要动这一笔的这个部分？哎，主席，这很重要哎，对不对？这很重要哎，上方指示不准我们的这些人过去来做这个和安的互动的一个
会议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要解释清楚，它的冻结也不会叫你们对于两岸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旅费的使用的部分里面要做出一个，他没有把你弄掉，他只是冻结而已啊。可能你需要做出一些，我们还是要报，互相还是要有报告委员。上那个陆方是说官方的，可是民间的他并没有进，所以这个你们是民间的费用是不是？是我们的参加民间的、奇怪了，吴静要没来，我到这边大呼吉声在干什么、啊？我们简直是学术交友一个造孽啊！哎，这个河安哈、基本上是各自包啊，没有分什么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对。所以这个地方是的确是需要的，对啊，没有，他只是说他已经有点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可能我们等一下一些有关于这个、等一下我也会提到一个对相关的部分，我们可能都要稍微来检讨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那6869我们就照列哦，然后70到73是、同一个目，来我们讨论一下70到73也是旅费的部分。其实说明一下好吧，你105年跟106年预算有增加，增加的原因是什么？70案是针对那个辐射钢筋的那个案子，不是旅费哦。这个70是油底辐射安全评估及这个辐射钢筋处理的专案。对，我没有说旅费啊。哦，是好。我想说，你106年比105年预算有增加，增加的原因是什么？你一讲我稍微把我认住了，我没讲出国旅费啊。OK， 那我们增加有80万是那个辐射钢筋居民的健康检查的这个事情呐、那个因为我们这个健康检查已经持续很多年哈，那假如我们健检的那个经费不够，我们是从我们其他的费用来贴补，那么因为多年下来哈，我们有一个实际支出的情形，所以我们只是把那个金额把它补上来这样子而已。哎，我们现在辐射钢筋的房屋有增加吗？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居民那些，就是民国70几年的那个时候的钢筋的那个问题嘛。是对不对？到现在都没有了嘛，没有继续的了。所以说越来越。所以如果是越来越少的话，怎么还要再增加经费呢？是居民的健康检查，就是曾经住过的，每一年给他一次的健康检查。对啊。那个人数哈、那个大概在人数到你往年来讲，也就是600-700人而已啊。是，就是原来的那个。对啊，那你为什么要增加呢？是。没有必要要增加呀。我们只是补足了，因为我们实际的每一年的健检的费用有实际的费用哈，那比我们的预算要高出来、那我们都是要从业务费来补足，那所以我们今年只是把它如实的来编列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并没有增加的、所以往年从业务费来弥补健康费，那业务费也够用啊，对不对？那你现在把这个健康费补足的话，就表示业务费会多出来了吗？是为了你们。报告委员，我们整个预算明年是比今年少了，绘本部是少了1,600多万。那我们是依照以往执行的经验，那有剩的部分，我们就以有余补不足啊。那这个健康检查费以往是不足，我们会利用其他的那个经费，所以我们今年是把它比去年比106年比105年，你刚刚讲整个80万，对不对？可是你这笔预算去年是884万嘛，今年变成1,063万嘛，增加了将近200万嘛，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呢？这个增加的经费是就是办理放射性污染居民的后续健康检查费，对吗？这只是80万嘛，跟辐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100万到哪里去了？还有增加100万到哪里去了？报告委员，我们那个实足的金额哈，这个是600多万的，要一个健康检查是600多万的，那只是我们跟实际的差额那个80万把它补足，对吧？那你可是106年比105年增加了180万嘛？你这个健康检查只是补了80万嘛？那还有100万是增加的100万是做什么？百花齐放。尊重长老，尊重党政。
我想细节哈，我再找机会给江委员好不好？因为有很多如果省预算，你细节都搞不清楚，那嗯嗯。那就不要了啦，你增加180万，是80万是增加体检的费用，那还有一个100万做什么用？明年我们就我这边有一个，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这100万就不要增加了啦。我这边有一个数字啊，是那个辐射防护专业人员认可证书的这个测验、题库的建制，这个费用哈、啊、要这个要。报告委员，这个计划我们整个是增加179万6千，那其中那个放射性污染居民后续检查、健康检查是80万，还有一个100万，然后一个本会的辐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费是75万，本会的，就是检查辐射。原动会过去没有吗？也有，有，但过去是分散在各个处室自己编列，那我们今年把它合起来放在我们这个地方统一来编列。那别的处室有减掉吗？我们整个会是减，不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照你这样讲，就把原来是在业务费用里面，你现在把它统统集中在一起，是是，那别的处室的业务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正也还是继续编列。谁叫你们节省？有减，今年的预算是减少的，连那个辐射健康补助有意见，说太少，应该算不，整个是减少1亿6千多万嘛，对不对？可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增加这个这个科目是增加1170，将近180万嘛，对不对？我就想了解一下这180万做什么。所以如果是刚刚讲的那个70几万是自己会里面的检查的话，过去是编在各科室，对不对？那你现在集中在编，那科室有因此要减少吗？他的处室减少了，移到这边过来。其他处室钱有减少掉吗？有减少。Total 是减少的，有一些这个弹性的这种如实的编列的。好，这都是体检的费用。是是是，体检的费用我就没意见哈。谢谢。可是要确实是体检费用哈。是是，谢谢。我这边是72案，对不对？71嘛，71。那你们有给我的回复，就是说，因为往年，这些名额都超额，对不对？那你们提供过来的数字，71案，是说你们增列的原因是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往年这些就是参加这个医疗健检的这个部分。好，都是大概是650到700人之间，最多是750人以上。所以我请你们提供资料。那你们刚刚所提供给我的资料，到了104年，实际健检的人数是从你们说的最多到750，可是呢，去年是到104年是600多人，那你们还要增加吗？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审计部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去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宣导跟这个要求。不是不是，意思是说你们要加强宣导，你是你们自己出估，就是这个健检人数本来就这么多吗？是从哪里评估出来的？因为实际健检的人数到104年是减到历年来最低的。那我们的编列就是按照往年以700个人来编列这个预算，哎，是。对啊，那要不要就回到以前700人的，不用再用750人的、啊？对，这里的意思是说，实际健检的人是减少的。那你们怎么编列？是编列增列呢？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会加强通知，然后请他们、那个。所以你们也没有评估他预估是多少人，所以你们没有实际的调查，就自己预测说这样大概有750人。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你们这样子有一点这样胡乱去编预算出来耶，没有啦，没有，因为我们历年这样子，那有不足的，我们就业务会里边挪过来。如果没有用完怎么办？没有用完就不然这样子啊，本来我这边说简列，要不然就是用冻结的好不好？好好好，谢谢，我们会跟您报告。好，谢谢。冻一次一次就好了，冻多少？冻100万好吗？好，100万，谢谢。
好好，谢谢。好了，动一百万，谢谢，这个自行调整补书面，不要说，就是冻结加书面，冻结加书面是，好，好，那接下来是这个74-74 单项的强化辐射安全与辐射医疗品质技术研究，全数冻结1429万，乃公。他这个是4年的连续性计划，105年的预算书写的是22,300万，那106年的预算书说106年的预算书，就是今年的预算书上面说105年的预算只有2211万，啊，换句话说。106年的预算书上面写的数字，跟我们105年审查的数字是不一致的。为什么？那我们审查过的预算，怎么到后头就会变少掉？怎么少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大的架构哈，它底下有4个这个子计划了哈，那我们有。把这个4个子计划有把他们这个合并啊等等，是这样子的关系。我不管你怎么合并嘛，2300万就是2300万嘛，是对不对？我们委员会通过的2300万，怎么会到最后你只会变成2211万呢？300万嘛，然后这个东西移到这里，所以这个比较少。报告委员，那个2300多万是预算案时候。的那个数字后来被删减之后，法定预算是2200多万。谁删的？要调。那是通删。通案删减。通案删减，你这里面有跟通案有关吗？行政院现在我们立法院如果是通案删减，我们立法院通案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人事费用或者是事务费用的一些东西，跟你这个总连续型的预算的通案删减是无关的。那是委办费的部分，委办费那个院会决定通案删减。你把细节给我看看，因为我是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没有写到这个东西啊。我可以再进一步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委员会删掉的，如果是行政院删，那我们还省什么预算呢？我们委员会定案的东西，你行政院还可以自行删减吗？报告。对，报告委员，这个是我们到底是监督行政院还是行政院监督立法院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后来给我的资料上面并没有显现出这一块上面的，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还在问，就是原因就在这里啊。报告委员，这个是我们院大院的那个通案删减，就是对委办费通案删减3%，这个不是这样的哈，你这个事先就应该给我才对，不知道现在才给我吗？对不对？哪里到我这个提案是老早就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到现在才来给我看呢？主席，冻结300万呢？好，宋志，再给把书面资料给我们。我请教一下，你们这个这所谓医，因为这一段都在谈那个医疗铺路的那个屏保啊。对，这个，我们就是医疗屏保这个计划。你们做什么样的，所有的这个放射治疗跟放射诊断的这些设备，一共有11项哈。那么我们要做这个所谓的屏保，就是说让它用剂量最少的情形，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影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全台湾有。几百万的人受惠的，所以这方面呢，请大家委员一定要支持。那以前没有做吗？啊，以前没有做。有啊，以前一直在做啊，每一年一直在做的。你是持续去医疗机构去做检查，看他有没有过量。去访查、去检查，然后也去先导等等。那有没有看过有医疗单位使用有超量的，结果造成这个患者有受到伤害的？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跟卫福部有合作。对，那么他们
有没有？有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操作，以前我们都很相信嘛。那你进去，我们都没有在管，我们都在管制区外面嘛。那进去里面使用的这个操作人员，有没有曾经操作过量造成这个患者或受检人受到生理上的伤害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过？不是谈到伤害，就是他的操作有一些不合规定。那我讲讲看有哪些不合规定，因为我们通常这一块都是我们去检查是为了检查自己身体有没有问题，但结果进去检查以后，万一他操作的量剂过高，就造成我们受检的人伤害，有没有这种情况案例？有一次案例我稍微说明一下，有一次那个就是乳房检查的，乳房这个部的检查，他是用那个巡回车，巡回车在外面，对，那刚好我们同仁去检查说。发现说他的这个检查前的那个评保程序啊，检查出来觉得不太合格，我们当场就把他停掉。说这怎么样不合格？你讲讲看，因为大家都要宣导要去做这种，但是现在我听你讲，我就很好奇，再讲详细一点。我们会有一个检查片哈，然后在使用之前就要看一看。能这个影像合不合乎我们的规定？对，它有一些检查的规定的。那我们实际去做，发现说你这个达不到我们的规定，所以当场就认为今天这个不能做的，是清晰不能作为判断之用吗？是不能做判断之用，还是会造成这个患者的伤害？我是检查者的伤害。我现在问你，你现在讲的只是一个判图的问题。我现在讲说会不会因为检查过程当中会不会剂量过高，怎么样造成伤害？我们问题是这个有没有这种问题？你讲评保对啊。我们讲都讲，跟你讲都讲不懂，你是专家，听不懂我们常人讲的话。假如这个影像不够清楚，那么医生就没有办法判读嘛。哎，有没有？是在讲影像造成没有剂量太高了？那倒没有，。哎，你的评保你有没有含剂量过高这种？这是检查的项目之一啊。对，那有没有在过去检查里面，包括巡回之后私人的医检单位里面有没有操作手人员这个不熟悉过量的情况有没有？这倒没有啊，我所那没有这计划就不用做了嘛，不是吗？不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要确保它的品质。好了好了，确保它的品质。OK， 好，问完了，好，问完，很难沟通。啊，然后动，刚刚讲的动多少？来公，你看，动300补书面，不是动个100万，我们有机会跟委员报告，好不好？书面了，还好了。你又不是一年就把一个月就把它做完，你做全年的300还好了，这1429万还好了，好不好？还75到78。解冻了。大会，谢谢会。来，柯委员。对，我75案嘛，对不对？我把它简列了。全部把它简列了，跟其他人比起来，别人是冻结啊。我想我要讲一下我的理由，因为这个部分里面，你们看你们所提出来的这个部分，原能会是要以委由核能所来执行，来做这个除役的工作。那当然，第一个除役这个部分，大家就对这个名称就会比较警觉了。但是呢，你用核能所，你却把他的这个业务费用一般事务费，而不是用委办费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编列啊。其实这跟这个就已经违反的行政。院主计总处核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二个呢，既然是由核能所来执行，然后呢，就应该由核研所来做编，就应该由核研所来编列预算。而且未来你们好像有组织改造嘛，你就要把它变为经济部明年的这个部分嘛。所以我的为什么要把它全部简介是部分？说你是不是把整个这个部分里面？来由经济部过去之后呢，才来再重新来做一个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提到把它全数解内的一个缘由了。不过第一，基本上你们必须承认，本来就不应该把它放在一般事务费用嘛，没错吧？是这方面，对，我们会改正。对，你们不应该用在，因为你们要用委办费的品目来去做是这样的一个处理嘛。好，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来会比较好？你的项目里面可以重新来做。那个、本来你如果要放在一般费用里面，当然要全部删掉啊，因为本来不应该这样子处理啊。科目可不可以调整？还有啊，科目可以调整。不只是科目调整，还有最主要，你这个是已经明年度要放在经济部的这部分，我今年要先给你钱来做这个处理吗？经济部还不知道。还有一样嘛，你这个是要做除役的部分，我对你这个除役的这个层面，我想其他委员应该在这个部分也有他自己的 concern 嘛，要不要说说看？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好了，你像个变更工，而且他是4年预算，今年才第一年，啊、他总预算是5600多万，是哦，所以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我可以说明一下，这个计划
它底下有四个子计划，除了厨艺的这个技术以外，它还包括这个剂量的评估，这个剂量的这个的验证，还有生物剂量计的开发等等，它有四个子计划的啊、哦。那这个我承认，这个编在这个。这个一般事务会我们疏忽，那我们也承诺，假如委员可以的话，我们明年开始就把它全部都按照委办会来办理。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自己在主导，我们并不是说把委托就算了，我们是有参与的，所以我们当时候我们说我们办放在我们自己的会用里面啊、哦。那假如说科目认为不妥，那我们一定会把它改正过来，一定把它改正过来，今年科目就可以调整了吗？不可能，只有这个。今年不可以啊，因为如果这个减掉，然后增列就会变成说增加是。哦。那附附附带决议要到明年。就是附带说到107年要才能更正过。OK， 用加附带决议的方式。好，但我还是觉得它内容里面的陈述里面，因为它既然有关于厨艺的这个层面哦，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并案来讨论嘛，对不对？75。对。跟到。到70。对啊，你为什么要冻结？我想我跟好，我接续柯委员的说法哈。那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呢，其实我这边提出，我本来是提出全数冻结，那理由呢，是因为确实这是一个4年期的计划，5600万里面今年就有1300多万，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具体的内容并没有看到很详细的说明。那不过呢，因为刚刚我们从上午审到现在，我刚刚也有听到说，就厨艺的这个部分，刚刚照蒋委员的意见，我们招委可能。可能会召开一个专案报告，就厨艺的部分，甚至连经济部会一起来。下一个会期了，下一个会期招委做的。那每个我觉得刚刚主席英明，主席有说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报告的话，显然对这个计划内容我们是可以比较了解。那所以我就不坚持我这个部分。那等一下看大家的共同决议。好，乃公。他这个是连续型的预算，对啊，行政院没通过。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你预算书上怎么有行政院核定的文告？应该是有的哈。没有啊，我才会问你哦。我的提案上面不是就写了吗？没有行政院的核准，所以我才问你有没有经过行政院核定吗？因为那个是4年期的。行政院核定的话，你连续型的预算怎么不要经过行政院核定呢？包委员，那行政院核定的话，你就应该写在预算书上面呢、啊。包委员，这个科技计划都是由各部会提出计划，然后自我评估之后，然后送给科技部。那科技部它有一个委员会，它审议之后就把这个决议做审定书，然后送给主计总处。那主计总处是并其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税出的额度。然后并在里面分给那个各个部会，所以他这个不是说重大的工程案那个分年计划的，没有单独核列那个一个文号。如果说重大工程那个分年计划，他行政院会单独核列一个文号，这个是一个等于说各部会一个统筹的，是委托科技部授权科技部来处理，最后是由那个主计总处然后并我们的税出额度整个核下来的，所以没有单独的文号。所以你们这笔钱是从科技部那边过来的？从科发基金那边过来的，科技部他先审过之后，然后把那个审定数会透过他的科技部的那个汇报，然后再给。所以你这个就是科发基金里面的钱，那是从哪里来的？科技部的哪一笔预算？科技部是所有部会的科技部本身的公务预算里面来讲，除了一笔钱，是所有部会提的科技计划由科技部来审核，他是行政院请科技部来审核所有的科技计划，那审完之后，他经过他的科技汇报之后审定，然后把这个结果给主计总处，那主计总处再根据科技部的审定数，然后并。各部会的额度来配给各个部会，这样那不对啊，整个是院行政院是委托
科技部来代审这个科技计划。乃公，我建议这个先保留下来，你要去搞清楚。刚刚乃公问得很正确啊，如果是科技汇报的话，按照我们过去审预算的经验，几乎都是科发基金。那科技部本身的一个那个补助那个研究案的那个经费，又是另外一个，对不对，乃公？如果是科发基金里面的钱，嗯，我们科技发基金我们都还没有审，对。如果我们这个给你通过，科发基金有意见，你怎么办？如果不是科发基，你听我讲完嘛，好不好？你听乃公讲。这个原则会你们要听我讲完，我才知道问题在哪里。科技部的预算里面，除了它本身部本部的预算之外，还有400亿是投入到科发基金里面去，然后科发基金里面的钱就会有些到各种不同的部会去了。所以，如果你们这个不是科发基金里面的钱，而是在科技部本身的钱，那我们科技部的预算下礼拜才会审，科技部的预算都还没有过，你们向科技部申请的钱，如果我们现在给你过，而科技部那边的钱有意，我们这边有我们委员会不通过的话，你这个通过这算什么？所以当然应该是，如果是用科技部的钱的话，你应该是科技部的预算定案以后，你才能够审你们的预算呢。对，报告委员补充一下，这个是各部会的公务预算所执行的科发计划的钱，所以说它是编在各部会里面的，跟科技部的科发基金，这是不是这科发基金部分的。我主席啊，如果照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要科技部来说明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他这个钱到底从科技部拿一笔钱？因为依照议程来讲，包委员，我们请主计总处来说明好了。主计总处坐在后面都不讲话，那就全部删掉了。按照科委员的意见，全部删掉了。对，主席，各位容许我发言一下哦，主席总处代表。那抱歉，因为刚刚这个我针对那个江委员的提案，其实我们本来是昨天。要会同那个原能会跟你到办公室，到你的办公室报告，可能我们协调没有沟通好，所以到现在才跟你报告这一部分，我们很抱歉，对我们没有联系好这个部分，我们抱歉。好，我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改进。那我要说明一下，刚刚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行政院对科技经费的审查方式啊，好，就是说这是各部位的公务预算，只要涉及科技经费的这个计划。他这个计划前，他在报行政院之前，他就会先报到所谓的科技部，那科技部会会同我们行政院的科技汇报来做审查，审查结果以后，他就把审查结果报到行政院来，这个程序上是这样，但这个钱跟科发基金的钱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行政院对各部会公预算有关科技经费的审查作业方式，行政院希望授权由科技部跟行政院科技汇报针对科技的专业性的审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跟委员做个说明。那当然委员提到说为什么没有行政院函规定，因为这个不像公共建设计划，公共建设计划是先有计划是核定，因为公共建设就比较具体一点，它的工程经费比较具体一点，而且金额就很庞大，所以这个部分要先有计划的核定，然后才有年度经费的审查，但是各部位的科技计划经费，因为它的数额有大有小，有几千多万，有1亿、2亿，而且科技的变化比较大，它不像我们公共工程，一核定计划以后，其实2-3年就可以核定了，那未来我就针对年度经费做审查。但是科技的经费它变化很大，没有办法像公共工程一样，就计划和行政院来专门核定以后，然后再分年度经费。所以行政院针对这一块，因为变化比较大，所以这个东西授权由科技部会同行政院科技计划委员会来做审查。那这个计划是属于滚动式的。所以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排除预算法的规定了。没有这个。我这个没有跟预算法没有排除，这还是在我们的预算法的规定，预算法33条到39条是怎么写的？我的意思是说，连续预算的话，对，你4年的预算是，
你四年都要让他我们知道你四年到底在做些什么。没有说这个还是要让委员知道，我只是说对不对、这个、可是你的预算书上面都没有啊。没有没有，这个部分我还是觉得说，所以我当时从市议会到立法院的时候，我就咨询当时的主计总处主计长啊，为什么他在市议会的在市政府的时候可以按照预算法连续型预算的编列方式去编，是为什么到了立法到了行政院以后就用框列的方式而不用预算法的方式。我这个可以容许周我补充一下，结果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是用这种方式。没有没有没有，我对不对，请问很多的都是框列连续型的预算，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不见了，预算不见了，对啊，然后几个预算又合并在一起，然后有些预算做了一半没有了，对不对，你就我不讲别的，你就讲文化部的影视流行音乐旗舰计划，当时讲的是六十亿，到最后四年结束的时候只是给人家30亿。如果依照预算法的规定可以这样做吗？不能这样做啊。乃公 我非常同意乃公讲，因为我们同议会来，我们每年在看，如果连续性预算它其实每年都还要在每年度的预算还是要补充，然后上年度执行多少，然后第二年编多少，第三年编多少，看它是几年期的预算，所以确实你们是不是来年一定要补正在预算书里头做这个说明好不好，还是中央做法比较不一样。我没有说科技经费审查它也有跨年度的计划，我没有否定它，我只是说这个跨年这个计划，因为科技经法这个计划是行政授权，由科技部跟行政院科技督导汇报做审查，审查结果它确实还是要在预算书做一个结论。对啊对啊，没有错，这个没有错。所以我只是说，就是说刚刚那个陈委员讲的说，因为就国会监督的立场，不是说我第一年给了连续性预算之后，每后年后不管三年级五年级，后来每年度预算书看不到，这样是不对的。对，委员讲的没有错。乃公就是在 argue 这个。对对。那我们就这个部分，是不是乃公我们做个附带决议嘛？他来年这种延续性计划都要在预算书载明。因为行政院编连续性预算，跟我们在市议会市政府编连续性预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审连续性预算，譬如第一年我们就审它的总预算，对不对？对啊。总预算定案了以后它就不能变了。对啊。那可是行政院来讲的话，它譬如四年框列60亿，对啊，到最后它只拨30亿，另外30亿不见了，没有了。好了，乃公，谢谢你让我们上了一课。那这个怎么这个案子怎么处理？所以我们上次在省文化部，去年我们省文化部的时候，所有连续性预算你没有经过行政院核定的文号，我们通通不审，等到你连行政院核定了以后我们再来审，对不对？国书你也记得，对不对？所以我们上几个部会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那至于如果你是连续性预算，你们在编列预算的方式上面就要写明你的总预算第一年编多少，第二年编多少，所以第三年多少，第四年多少，然后你整个计划的内容都要给我们，我们要看了以后我们才来审。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只看你第一年的计划，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我们都不知道，那怎么叫连续型预算呢？我相信可能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自己现在都不知道，因为科技部只给你第一年的同意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他都没有给你同意，那你怎么可以用连续型预算来编呢？是委员讲的话我都，你是违反预算法嘛？委员讲的话我都支持。你是对他程序上有意见，不是对实质这笔预算有意见嘛？对不对，乃公？你是对程序上的意见吗？程序就否决一切嘛？对，我知道。所以我说全部冻结，就这样，你把东西弄过，不要啦，自然还是全部删除了，我只是冻结。项目都不符对呀、啊，好吧，那是全数删除。我只是冻结，那你为什么不跟乃公讲？我只是冻结，你要把东西拿来给我们看，看完我们再来。他的预算书39页，你们混蛋，现在才拿来。39页有写一小段啊，赶快给乃公看一下，是不是乃公同意这样写法，好不好？乃公程序上的东西请他改正啦，但是你没有反对他实质的这笔预算嘛？不要动全部啦，赶快给乃公看，跟乃公报告一下。我还要看智恩，他是全部删除啊。来，没有，智恩姐，你说。没有，我是觉得我们刚刚对于那个项目的那个层面上面，你们是用淡书的方法来处，可是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冻结的，因为这个部分可以反映出。我觉得连个最基本的，不管乃公所提到这个程序的违反这个审计总部的这个预算法，还有这包括在这个项目这个很基本的部分都会弄错，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面，哎，这个还是处理，这个程序上错误会不会担心上你们整个实质内容也会给我出错，这一出错就很可怕。乃公，我们要动多少？动全部。动全部。
中五分之一了，委员拜托，对。台工，志扬这边也有嘛，对不对？我的提案是动全部，但是柯志恩是动，你是三全部的。哦，但是理由是一模一样了哈，就是这个委办费就是委办费，不是一般事务费，而且要由实际委办的那个单位办，啊，就是这样子，简单而言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其实是跟柯志恩是一模一样，没有别的理由哈。对了，也要让我这边有意见表示一下，因为我本来是全动的嘛，那我现在有表示我的意见呢，要让我的意见也可以掺进去一点。我说，因为刚刚已经有说有专案报告要就除役这个事情来做报告嘛，那所以我觉得特动少一点，动五分之一啦，然后其他做附带决议要求他明年改正，科目调整跟明年改正，好不好，奶公？还有志扬大哥。动五分之一，然后用附带决议的方式。你要问杀最凶的，哎，杀很大的柯志恩。他好呀，杀很大。他是杀哦，我们是动哦。对，我是杀嘛，然后那个巧慧五分之一，你们都是用冻结。那既然杀很大，那当然就是杀一下再动一下。嗯，动五分之一啦。他要报告，你要专案报告嘛？你一定要专案，你对这个厨艺的部分你要做专案报告嘛？来，哪光来？刚才是报告，没有说提的报告，不是专案报告。要有专案报告，杀很大的说五分之一冻结，然后用专案报告，不止书面报告哦，哪光？不是杀。杀什么啦？这人是说杀五分之一是不是？对了，就是三减五分之一嘛。对了，然后没有动啊？动啦，啊？动啦，动，然后专案报告啦。专案报告并不刚刚说。对不起，我个人还是觉得你大家还是从他，我们刚刚只是提到程序的问题啊，我觉得还是要从实质的内涵里面来去看，到底他们所提出来这个整个的部分里面，真的需要用到这么样多的钱吗？我觉得这个部分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一个表层上面来去做一个处理。我觉得这个专案报告是一定要的，然后冻结也必要的。可是我觉得这个钱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从过去的这个整个的绩效过来，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要去做一点删减的。奶公你比较有经验嘛？我稍微说明一下，对不对？就刚才提到这个计划，其实底下有四个子计划的，是有含有四个子计划，哦，所以，也许你看总数好像说觉得金额蛮高，但是其实，每一个好，我了解，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决议，我们就是删两百万，然后冻结五分之一，一百啦，然后其余冻五分之一，然后加专案报告，对啦，好，我们之前都是听那个释扬的，就是要听自然的。对，我的啊，这个我奶公好重要，你是秤锤。我觉得我今天弄完之后我就要换位置，我不要坐在这里。我身在敌营，心在汉营啊，各位，我不要坐这里了。我每次到处都是敌营，心在汉营，我心在汉营。不会啦，奶公弄有时候这边，有时候这边的。说实在的，你这个总预算做到五千多万嘛，对不对？还是4000多万？今年是超五千多万。对的，五千多万到底做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是的，对不对？那你这些计划里面需要不需要五千多万，我们也不知道哎。那我们现在就糊里糊涂的统统给他了，然后做一个专案报告，到底做些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啊。好，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要知道一下嘛，否则人家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立法院的立场上，我们总要知道一些嘛，对不对？好了，奶公，我支持你，总是要让大家都知道说这4年的计划5000多万，大家做什么。所以第一个，这个原能会要说清楚了哈，包括在书面报告或者是未来的专案报告要讲清楚啊，他们怎么逐年分年去执行这些计划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因为它是4年的计划，那今年编了1000多万，那我是建议说不要用5000多万的这样的总数来要求他们的删减数或者是冻结数，而是以今年我们编的1000多万里面，我们是100，然后呢，其余冻结1/5，然后呢，再加上他的这个专案报告。不行不行，就要站起来。对，这样我呼应你。这个部分里面，因为你看，厨艺已经要开始的，厨艺本来就要开始的，你们现在还在做编4年的研究，这怎么样说都说不过去。所以我个人认为，真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删200，
然后动五分之一，因为你这个真的你要看看它这个本质上面，你除以本来就要开始去动了，你还要再去做这个编四年的一个研究，我觉得删两百已经是非常非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了啦。再说一下，再删两百。这是除以的，够了。好，三两百，动五真的你不清楚，是真的不清楚，不然我也本来也不会写。三两百，动五分之一，再加上三百。好，来个好，叫智恩姐，智恩的。我觉得，如果照这样子讲的话，今天除艺是玩假的了。合一场107年除艺，对不对？这个，主委，合一场107年除艺，你现在106、107、108、109来研究如何除艺。等到你研究出来以后是109年，合二场都要除艺了。所以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所以核电厂除那个除艺是玩假的了嘛？艾公，没有啦，你们不用再讲了，专案报告来讲好不好？更清楚啦。啊，就我们也同意智恩姐说的，删两百，然后其余动五分之一，然后专案报告就用专案报告来讲清楚。你们今天这样再怎么讲讲不清楚，我们后面就打住了。我请求委员给我一分钟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哈。一分钟给你没有问题，讲完以后讲完以后就三百万了哈。讲完什么？好了，那就这样，两百五分之一专案报告。减两百，那动五分之一，哦，科目自行调整，然后做专案报告，哦，好。对，我就不处理好了。哎，我就宣布一下。没有，我刚这样动多少？刚减了多少？那个我67案回到我那个我就照刚刚那个75到78案的就减列200，好不好？我就赶紧减列200就好了。对对对，冻结就含那个五分之一哈。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到第35、36哦。35，因为我们刚刚总共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总共到目前为止冻结多少钱？我超过我讲的200万，1200万，再要不要再加冻800？何委员，1200万了啊？好像就冻结1200，好不好？啊、OK， 那我36案，我简列部分就照那个刚刚简列的数字，好不好 ？OK， 好，好，那现在我们进入第79、80、81。哎，应该先看82到87吧，对不对？应该先看82到87，然后这对了，没有了，这是总数了。啊，对。我们先看82到87。好，对。好，那我82、87一起讲哦。好。这个82这部分啊，就是你们编列的业务费里面包含了龙门电厂哦的这个视察，那。我们都已经说了2025是飞鹤家园了，为什么在你们这个审查的这个部分还要编列？那你们给我的回复是说，因为要因应123场突发事件审查或龙门电厂保存期间的这个安全变更的审查，所以预留一小部分。这个预留有没有必要啊？那如果没有用到怎么办？跟委员报告，那龙门电厂的部分，虽然它现在目前它是封存，之后它要做这个设备维护的保存，但是它还是一个高品质的保存，所以它还是会符合核能的品质保证的一个要求。那事实上，它的既有的设备，像反应器以及它的新燃料，都还在电厂里面，所以相关的管制要求，其实我们会仍然持续的执行，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部分保留的对龙门的部分，我们大概保留的钱其实非常低了。的预留是多少？哎，预留差不多10万块左右。10万，那对，那这里面如果没有用到，你们这个就是摆着就算了吗？对啊，如果没有用到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缴库。好，那。既然你们报告也写的这样子，那预留有解释，那这个部分呢，我就没有意见。那再来就是87的部分啊，87就是在谈你们这个过去有关核子设施的违规的事件。嗯，
对，那针对违规的部分啊，那其实有多位委员也都是关切这个违规的部分，那目前我们违规的部分还有六件没有结案，那有一件是因为核四封存，运转中有五个这个违规还没有结案，也都是五级的违规，就是比较轻微的违规，对安全上没有影响。那其实我们对违规的话，除了立即的改善之外，我们都会要求电厂必须做一个这个深度的讨论，也就是说他们要必须去检讨他们的机制，然后他们如果需要平行展开，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还要配合大修才能够处理。譬如说合一有一件合一一号机的那一件，它其实整个改善都完了，只是最后的测试它准备要在启动的时候再来做测试，可是一号机因为现在是停摆的，停机在那边，所以这个测试都目前没有执行。那基本上它没有做完所有的改善相关的测试，所有的检讨机制我们是不会让它结案，所以有的违规是挂比较久。不过因为有多位委员都对这件事情有所关切，而且也有提醒我们说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就是会让人就是给外界误会我们没有在好好的这个管制电厂，所以在这部分在上次会议之后我们回去也就针对这个违规这个管制时效这部分我们准备要做一些改善，那我们已经跟台电已经在讨论了，所以我们会要强化这个他们针对违规作业我们开立违规后他们回应的这所有的这个管制的程序，我们要加再强化程序书，那我们也会再考虑会增加罚则，所以这部分目前我们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是不是可以那个请委员能够这个提谅，然后我这边没意见啊，但是这边还有其他委员提的啊，请我只要确认一下哦，对不起，因为我也是差不多对违规事件没有结案的部分，那我只要确认您刚说你们现在跟台电在启动一个，是不是简单讲违规的事项会有一定的年限来管控嘛？对，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跟他们。对，因为我手上的资料未结案的六件当中，比较大件的那个三级违规核四厂是101年，所以到现在也5年了嘛。所以以后你们会纳入一定年度的，就是一定要完成改善核四这种机制，是这样子的。对。那个，但是核四厂那个比较特殊，是因为它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就已经大家开始讨论封存这件事情，所以受到影响。可是这部分的话，我们也不会对它解除管制，是因为核能电厂所有的违规，它都会列在假设啦，因为它现在是不会起封。假设它现在要起封的话，它要燃料装填，它会列在燃料装填前的管制事项。他要全部完成才能够。但是我只是做个提醒，你们不能一再的说，现在这个已经停止机组的运转了，所以好像就是没有安全疑虑，所以那些东西就不那么积极的去解除。你的说明是说，如果他要再动，要把它完成才能再运转，对不对？可是你应该在这个过程里头也尽可能就叫他要改善嘛。对，我们。好不好？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不要每次都说没有安全疑虑，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去视察一下，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会强化这个机制。好，那如果确定可以强化，但是我觉得还是小动一点点以示。我接续讲哈，我其实提出来的，对我自己提出来的理由就是，你看从101到105哦，你们所条列的这些该改进的一个部分哦，大概有415件，但是你目前为止大概还有96件并没有做出一个结案的处理，哎，这样子的话占总案的1/4耶，所以为什么我也提出一些冻结，也就是希望你们在这个改善的空间上面的，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个陈述嘛，所以我个人也会小动一些了，好不好？那再看看比较委员。那个，因为哈，我的案子是在80了哈，但是大家在讨论的都是那个违规的案件了，那个我也在这个专案报告的时候咨询过了哈，我们是认为说。你的预算里面其实比106年度啊，就比上年度又增加了197.7万啊。那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像101年发生那个案子，三级的比较严重的啊。刚才你有回答那个高路委员说，你们跟台电要罚款，罚了吗？我是说那是后续我们在管制机制上会去做强化。你们发生的这些违规案件到底是通知，然后请他有没有压力啊？感觉台电好像可以慢慢的，没有有没有罚则？到底可不可以罚款？我们其实是
上次吴思瑶吴委咨询的时候，我们就回去讨论过，那我们就决定要开始要定一个法则。以后我们会定一个法则。现在都没有法则。现在的法则是，当我们开立违规，如果判定它的等级，我们有一些严重的违规的时候，会附带有法则。那有一些它其实它并没有设计，它就是技设备上技术上去改正的，不一定一定有罚，所以看违规的等级。对啊，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结案的这六个案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他没有在做，还是说他做你们不满意，还是说就是让他做你们还是要把它挂在账面上？是这有可能是这样子吗？没有，像刚才合一的那一个案子的话，他已经全部都做完了。做完了为什么还挂在这上面？只剩最后一项测试，因为合一一号机没有起来。那他最后一项测试是在他测试的时机是在他起来的时候测试，所以他所有的全部都改善完毕，我们也都追踪了。你们都追踪了？对。我在那个八十案，我是有减列200万了哈。那我是建议还是冻结200万，让你们把后续的处理哈，能够再跟我们给你们压。你们说要建立罚款的机制啦，或者说要追踪他们的会议啊，我觉得都应该要在这个段过程里面跟我们讲好，就是说跟委员会报告，那我们才可能恢复哈。要不然你们的预算也是增加，但是因为。照理说你们越管越好，应该要减少才对啊，预算要减少啊，违规要减少才对啊。其实主席，我是不是附和一下万坚委员说的，因为也综合刚刚智恩姐综合我综合稿录说的，我们都同意他们部分已经要做改善作业，加上罚款这种机制我们都同意着动。那刚刚万坚跳到他八十案，就是总数7880万的这一款里头，是我们就冻结 total 200万，好吧，就含了那个智恩的，含了一路的，含了我的，好吧，7880案的这一项冻结200万，那就总数已经动了，总数动了，对啊，总数动了，然后你们就跟台电的义商未来的改善方案跟这个罚则的那个刚刚提给委员会，好不好？这是刚刚讲的是第几项？书面。80几。没有了，那个7880的这个、啊。不是，因为八十涵盖好几个，所以到底会不会只动一下？八十是涵盖全数。对，但是别人要不要加码上去不知道啊。因为我八十三案里面是3200万的、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取其多啊，动的取其轻。我的意思说，先把几个细项先审完，然后就回头不够的数字再去调79到81，意思是这样子。对。我们现在是82到87案嘛。对啊，对啊，82到87啊，对啊。82案的话，高路委员是3减328万2000块嘛，那后来他没有意见了嘛？对，他没有意见了嘛？那三减的就剩下我有提案3减200万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因为他给我的资料以后呢，3减200万我可以不删了，对，好吧？那可是我有冻结，啊，那大家是不是讨论一个冻结一个数字，好不好？你的200，我本来是300，改200。志扬，就动那个万坚的这个总数，这个就200，是不是7800的200，940的200。动总数，总数的200。啊，不对哦，不对哦，不对不对。可是大家谈的都是7988。没有，那个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你不能用7800的来算哦，因为我八十八案还有啊，我九十四案也有、啊。对，因为后面还有这些多在这个7800里面呢、啊。对。所以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我们就是从82到87了。是一个，然后88、就是01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还有一个，啊、对、啊。然后02还有03的了，啊。好啊，那如果这样，万坚刚刚是7880的200总数再说嘛，那我们这几款小的，所以我们现在82到87来讲，我们动200了，100啦，200，因为我们都同意，我本来要动240，但是我同意他的报告。没有，因为张廖他讲的意思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它没有别款的，所以、哦、所以它的涵盖的也是八二到八七里面的，那就是这个两百，所以就动两。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七九到八一是三总数，总数底下分两节，那这两节里面一个是这个，一个对啊，一个是八十二到八十七，一个是八十八到九十一。好了、哦，那是我那两个加起来总数才会回到万间讲的要三多少，对不对？哦，九百四十一万的同意动两百，问好不好？还没达到万间的数字，对他的意思也是。我们有共识了，941万这一项就包括乃公的志扬大哥、我、智恩姐、高露的，我们就动两百，好吧？书面报告后就是八十二到八十七，是动两百，我就不删了，好，那就动两百。我本来是删减两百万，我们现在就冻结两百万，好，冻结两百，加书面，好，对，好，那接着八十八到九十一，八十八案哈。这样动太少了，我这样达不到万间的那个。可以，他都说 OK 了。那八十八案的话，我们就会动多一点，因为八十八案一共有6900多万呢、啊。两百不是2000，他的过程讲。对，有啊，八十八案，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在105年的预算书，第一年，因为它是105年到108年的连续性预算，那105年就是第一年的预算书上面写的。第一年是编的是6938万5000块，可是今年的预算书又讲了，说去年只编了6731万9000块，少掉200多万，是怎么回事？105年的预算书写的第一年编的是6900多万。可是106年的预算书上面写105年只有6700多万，中间数字差了200万。报告委员，您那个比较大的数字也是预算案的数字，那后来我们编这个年度的预算书是用法定预算，所以法定预算一般都会比预算案还少，那个也是因为通算。法定预算是谁决定的？法定预算当然是大院决定了。我们哪里有去审理105年的预算和106年的预算？不是，我们送来大院的是预算案，那经过审议之后有通三。我们105年有三吗？就是我们议事组的人帮我查查看看，好吧？105年有三吗？后面委办会通三3%呐、啊，在这个我们预算书后面都有。6900多万的3%是多少？所以说就变成6700多万，差不多2700多万，6700多万。这是立法院删的，通三的。因为你给我的资料上面写的是行政院核定的，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讲。如果我们审查的结果不算数，然后由行政院核定的数字才算数的话，那我们立法院审查预算干什么？所以我要想知道一下，到底是行政院核定的，还是立法院统删的？到底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神经病，欠我就是、这是跟刚刚一样的概念，对不对？好不好？刚刚还是统删。这边有，哎，回应的吗？哎，主席总数要帮忙说明一下吗？这也是4年的预算了，总预算2亿多的。报告委员，在我们那个这个年度新年度的这个预算书的98页那边开始哈，就是说我们立法院审议我们那个提案总预算的决议啊，附带决议通三的项目通通在里面，那。我们就经这个根据大院的那个决议，那我们做调整之后，然后再给，因为这个最后的数字还是要到行政的那个主计总处他做法定预算，所以我们最后是根据那个数字来编预算的。我有委办，可以就委办你们的，不是好。要回应我这边90案这里哦，是针对说你们编列的业务费里面，还是包含参加跟办理核能电厂老化管理评估哦？
那我们已经多次说合一、合二、合三不严议哦，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就是电厂老化的管理评估？再来就是你们列管措施的管制措施列管44案，从2011年开始也只有7案结案。好，在这边呢，原本我这里是提案减列1000万，但是呢，我改冻结1000万。还有老化，那当然我们要监管。这部分跟委员说明哦，其实核能电厂的老化，在核能电厂开始使用以后，针对它长时间运转，就会考虑它老化的一个机制或效应。那事实上，世界上使用核能电厂的国家也会针对这个议题，他们会进行相关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也有参加国际的这个老化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案。那这个并不是针对机组要延役，不是针对机组延不延役，事实上是针对运转中的机组，它只要长时间运转，我们就要去针对它的老化要去做一个延役。像这个合作的，像我们目前参加的这个老化的合作方案，其实各个参与的国家都会提供自己国家的一些运转的经验，譬如说管路的一些运转经验，阀的一些运转经验，把资料投进去。我们用白话文讲好不好？我个人的意见是说，所谓的老化，你几代后楼啊，要是超过20年，虽然它能动，但是呢，它要维修的设备成本一定就比较高啊。哎，对啊，白话文啊，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懂了哈。所以既然机具设备会这么老化，那我们核电厂的发照一次就40年，我们不准它延役，但是40年一套机具设备用了40年，也一定绝对会老化，所以它的维护管修的成本就比较高，再来它可能发生危险的一个风险性就比较高，所以我们更需要加强去管制它的核能安全。谢谢，对不对？谢谢委员。所以哈，所以我改冻结啊，拜托各位支持这个预算，所以我从简略改成冻结。那可不可以冻？因为冻，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你现在是这个是委办费，是不是？刚刚说是委办费，你知道你现在委办给谁？你要说，现在心情很好，所以看他。委办给哪个的？委办给谁做？我们是交委办给这个，支援我们做管制的核安计资中心。核安中心是哪个单位？它是核研所，它有分支援核管安全的管制作业的部分。那但是你们委办出去的费用是4年通通一次委办出去，还是没有？只有第一年委办？对，逐年委办。每年都年。那你们委办给他的费用是多少？差不多就是六千多万。6700多万吗？对。啊？今年？不是去年呢？去年你三统三3%以后是6700多万吗？对，6700万。六千。我说105年呢、啊。对，这是六，这是105年吗？然后我看一下。今年是这个呢？今年6300多万。我想去年的，105年呢。去年。105年。今年。就是今年嘛。对对。所以6000预算本来是编列的是6900多万，三减百统三3%，剩下6700多万，然后你们委办出去是6300多万，那还少了400多万呢、啊，那还400多万到哪去？他还有，因为他们还有这个，譬如说他们因为研究部分的技术交流的这个差旅费的话，其实也是编列在里面，那不算在委办费里面。这样子啦，我刚刚讲过了，我不删你预算了。那我们冻结1000万，1/7，你今年的预算我们冻结1/7，你把相关资料给我们看一下，你到底委办些什么东西，项目什么，现在进度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冻结少一点，500万？因为这他是核研所的，都是你们原子会下面的单位，对不对？1/7，对不对？也不过才2个月的钱，你把这资料给我们看，好，还不能给我们看吗？可以，可以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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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那委员说冻结1000万，冻结。对，我这边哦，这边你们的。1000万还是高露的意见了，我本来是全部冻结的。对，我已经先说改冻结，但是我还是有疑问哦，就是你在这里提到的核电厂安全管制法规与技术研究的计划里面哦，105到108是中程的计划，就是。对，中程纲要计划编列的研究计划，那我们都已经说1、2、3不延役，那你的老化管理的评估的相关的法规是不是有一点慢呢？你们的这计划是不是有一点慢呢？核二核三不是到117吗？对，这个110、110、110，然后再117。刚才有跟委员说明哦。核能电厂延役，它确实老化是一个老化的评估是一个重点，可是它的目的不是在于去研究老化的现象，它是延役的精神是把所有整个电厂的设备走一遍，哪些设备必须挑出来做老化管理，那所以它会有，对，所以当它挑出来，它就会列入老化管理，那它列入老化管理，随着大家技术的知识的能力的话，我们会设定这个老化管理的方案，那这个方案其实它是有一些技术上的这个 base， 那研究计划其实一直在充实这方面，所以这样子一个老化的一个研究或者是合作案，事实上一直都在进行，并不是只针对研役，也不是，所以如果像我们参与的这个老化方案，它绝对没有挂上任何名字说它是为了研役，它就是一个老化管理的方案，大家做的研究，所以就建议了哈，就这一个6000多万就冻结1000万啊，加书面了，好不好？请各位委员支持啊。好。来，委员有意见吗？冻结1000加书面。好，可以哦，委员，你是统动啊。没有，就这一个。就是喊我的，我核能电厂安全管制法规跟技术研究动1000。对啦，那这个会喊到哪？喊到几项？88到91。91有弄到我的啊。有啊。对啊对啊。问你啊。差不多到90还是91？到91了，到91是同一个。真的哦。哎，88到91。1000里面包括15了。不是不是，那1000里面喊我那个好不好？对啊。好、哦。不是要讲清楚，含内向啦。你也可以外交了，没关系啊。把内涵要讲清楚啊。哦，内涵，好。在里面嘛，哈。委员对你们多好，你看。内涵好，1000万内涵。好，那我们回到。好，加书面啊，动1000加书面。那回到79到81，我们这个里面我是要减1600，好了，我们就用动的好了。那总共动结多少钱？那冻结1200万，那张亮委员就不用再减列了嘛，对，也不减列了、哦，关键兄不减列了、哦、好，那我们就冻1200万，冻1200万，好吧 ？OK， 好，现在我们进入核子保安与应变啊，现在先94到99。我看三最多冻结的哦，乃公不在，来，吴志阳全数冻结哦，那是大陆区旅费。对，94到99。对，我想每一个人所提出来，因为等一下啊、哦，94、95，我想这个部分就还是来自于有关于这个防灾演练了。我想我们先刚开始先给个肯定了，因为你们这个人数的确是有增加嘛，对不对？103年是5000多，104就已经跳升到9180嘛。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给肯定，像目前都维持在8000-9000人左右。但是呢，你看就是说这边有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好像是到了这个南部，我们那个核三的应该是恒春的政工所是，他们是有一些的想法嘛，他们认为这是玩假的，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沟通上面是会造成这样的部分？所以我是提出一个冻结，这个冻结其实提出来到底跟这个，既然你们已经有沟通上这个问题，好像他们也认为说是你们在答我好像看到新闻说他们认为这个是有一些在
沟通上的部分，所以我只是动五十来提出一个更积极性的做法，未来在跟这个和三的这个恒春的这个部分，你们到底要如何做到一个沟通，我想这是我冻结最主要的一个 目标了。对了，我想还有其他人都是一样。好，我的是就是七案，就是针对这个防灾演练的外籍人士，那你们有给我的提供相关资料，可是看起来是只有新住民的部分，可是其实我相信在这些区域应该还有移工嘛，那也没有看到说针对这些外籍人士有实际的演练的一个做法。好，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还是就我都提很少六万块啊，哈，然后就希望能够有书面报告。好，谢谢。我的比较小条，可以先讲吗？有比我小吗？我跟智恩姐一样哈，那确实就是核安演练的部分的重要性哈。那因为真的，智恩姐刚刚说动小小动五十，那我看了他们的说明资料，我是觉得因为母数也不高啦，那动三十万好不好？智恩姐可以吗？就是这一项核安的这个全部就148万，这项就动三十万。好，啊，给我们一个书面报告就好了哈。小条结束。我也要内涵外交，我的更小条啊。对啊，对啊，你要内涵吗？内涵进来，涵进来。不是，所谓内涵是什么？要讲清楚。就是三十万里面含198000元。三十万里面含198000元。我还含了六万。那冻结，然后是怎么？要报告啊？要报告。要。我再简单讲一下啦，98、91还有。不小心，刚刚我本席不在的时候没有通过的那个几号，有内涵，68啦哈，都是大陆地区的旅费，都有哈，好，谢谢，好，意思说不是啦，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再交流了啦，好，那如果有交流计划，你来报告就再解冻，好不好？好，含进来了，我们都有帮你讲啊。那志扬，你是要内涵是不是？198000。内涵啊。8000，好，那就在300000里面含你的198000，还有含我们离立分委员的60000，对不对 ？OK， 好，我们就动30，加书面，好不好？那就回到9293。哎，哦，还有，对不起，100到104。不，主席，我刚刚94案也没有包含在里面。94案，没有啊，94案就是30啊，30万，就30万啊。被资深汉斯要。所以我这个94案也包含在这30万，对。那要把它，好，算上个厕所就不见了案子。好，哦，也涵盖。对，加起来超过了，你那个是148万呢，欸，超过了。好，来，我们现在100到104，好吧？哦。嗯，跟我讲。对不起，你把先讲。啊。哎，好。哦。重复编列。对啊，104的部分哦，就是这个国内旅费有增加，可不可以跟，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你们这边增加了多少？对，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最近比较积极的在协助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政府的辐射灾害防救能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派我们的同仁到地方政府去，协助他们建立他们的应变计划，然后帮他的人员做训练，同时也要了解地方政府针对辐射灾害他们比较关切的需要中央来协助的事项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国内差旅费才有增加，因为我们必须要派员去协助地方政旅提升他们的这个应变能量，那这一部分事实上请委员多多支持，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防灾应变能量一定有帮助的。对啊，你们那委办费里面不是已经有了吗？委办费1055万，五千那个1200万里面，然后又有一个国内旅费编列32万。对，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整个计划里头里面来做的，那委办会是我们交给这个我们的，对，因为这个差旅费如果你没去是绝对不能够报知的啦，就所以实物面上是一定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要协助地方政府强化地方政府的防灾能量了，所以请委员来支持。好，对，没意见了，你们要做
说明没有重复哦。对，绝对没有重复。对，绝对没有重复。我问他，来怎么样？这个第100到104。如果没有重复的话，他讲的是一个是委办计划里面的国内旅费是吧？对，那个是你们委外单位的差旅费，不是我们委办费是委办费，我们国内旅费是我们原人会的同仁到地方政府协助地方政府强化的。我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189嘛。189是我们的同仁到电厂去执行这个稽查的费用，那个是前面一个计划，那是我们同仁到电厂去执行核子保安跟电厂防灾准备的视察的费用。那我们另外有一批人，那是两笔国内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执行不同的业务。OK， 对，业务性质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志扬，你那个大陆那个198000，你要不要动？这个、啊、也一样。大陆的这个，这个就刚刚已经动了，这个地方就是刚刚已经动了，刚刚已经到了，对啊，那个是已经刚刚就动了，这样子吗？是98案了，国内旅费是 OK OK，、哦、这是国内旅费啦、OK 好，我们本来以为它重复编列了，它一个是委外计划的，一个是副电厂的，那我知道。好，100到104照例，好，那我们现在回头10到15，因为都已经审过了，现在就看黄国书跟吴思瑶委员，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意见表示？如果没有，我们就，对，不是岁初10到15。黄国书不在就照例是，真的哦，还好了，都还好。有啊，四幺有啊，87万太少了啦，都已经超过这数字了，好不好？好了，都照例了，照例了，好不好？啊？有什么意见？都已经，对了，刚已经砍过超过这数字了。好，我们现在进入主决议。好，来，105案，苏巧慧委员的，来，你们有没有意见？来，原能会。有意见的，有意见的。我一个个来了，来，105案有没有意见？主委，你讲一声没意见，我们就通过。有你再确定哦。好，105案，好，照案通过。好，106案，苏巧慧委员等。拿麦克风，拿麦克风回答有没有？来，麦克风一直。你第一案苏巧慧的那个有，你们有那个没有的，我这边有号码，我这边 okay, okay, 没有106到106、106、107、108，我从这样105一直到119到117，到117，然后118有修改文字。所以来105到117是照案是没问题哦。没问题。再讲一次哦，105到117照案通过。好。啊？107来来，你们要不要仔细一点哈？哪一个？为什么现在106有意见呢？不要急了，一案来哦。好了，105案照案通过，106案照案到照案通过，对不对？107案，不然就过喽。106案哈，我们关于这个辐射屋这边哈，我们在最后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提出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余建筑物的清查改善计划，在6个月内送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呢。这个办法没有问题的，哎，那是处理已经是发现辐射污的在处理办法。你们的修正文字要给我们议事人员哦，不然修正文字，对，不然我们很难去做决议，好不好？房子，那个是就说就是我们要改进啊，不要给你。好，谢谢谢谢，好。或者是这个单调。修正通过。修正通过是。来修正文字，拜托。修正完以后交给我们议事人员，好不好？照理是要宣读一下了。照理要宣读，修正的要给我。对对对，来。这个106案，哎，这是主决议是7，这是这个吗？没有错吗？没有念错。赵伟，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好不好？
我建议你们原能会是把有一些有提案需要你们建议修正文字的，你们现在手上有的赶快印一份给主委，印一份给我们委员。我手边有，那个都不是。那个都不是，前面的你们通通没有给我们啊。抱歉，我这边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来，让我们去做一下准备一下，好不好？好，休息十分钟，休息十分钟。主委，你们刚刚有没有？那个是后面的，你一份给到我也不对。这个、那是后面的。这个是物管局的，这个是物管局的。好，我们有没有给主委？会，谢谢。你现在把那个，你不要讲，你这边都要写清楚嘛，你们都不写清楚。去印好了。为什么被占领？说。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拜托你们原能会的相关同仁稍对啦。你们都乱七八糟。照提案程序重复。有，我不知道。对啦，抱歉。他们。收了以后，他隐喻给大家了。所以东西他们都在那里，只是他们自己的分身不够，自己住在中心。中心住在什么？去搞清楚那边有没有什么。这个我们早就交了，切等一下，乱七八糟。现在切等一下，就要先一个一个的放出来，然后呢，发了这个签的这个序号，拿一个签字笔，上面就把那个需要一直写在，字写大点。然后呢，我们看清楚，我觉得保险起见呢，请他们再多一点款在手上，以后万一对我修正的话，报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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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刚刚三张给我们，你们这个就是没有啊，所以我说的话，不是你一六一一一零七一一零，对，他刚刚才有多少确认？没塞的，会确认。七六有几好啊？哎，对啊，要咖啡啊，就是。他这是出去的，哎，这个是上礼拜的。你比较辛苦。对吧？你们比我还要报告在这个。
Thank you.
这个搞坏了，这个搞坏了。
来，来主决议。刚一百零五万你通过，现在一百零六万。我不用这个。我要宣读啊，这么多。这一百零六案我稍微说明一下哈，这个不用了，不用说明了，不用说明了，你们改过文字就好了。好，同意哈。如果文字可以的话，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我就不用宣读了，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可以吗？你好吧，好，那我只好来念了。好，原子能委员会针对辐射建筑于1995年1月4日颁定放射性污染建筑物事件防范及处理办法，据本年2月原子能委员会所公布之放射性污染建筑物善后处理概况，称历年来经原能会增减确定之1663户污染建筑物，符合收购及改善标准者，均已处理完毕。污染建筑物经原能会收购后，均已无人居住，因此住户可永久免除再受辐射影响，对民众当无产生辐射风险之疑虑。为本年8月，该中心公布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余建筑物清测，有放射性污染建筑物仍高达174户，其中台北市38户、新北92户、桃园市，怎么会写桃园县44户？这是谁改的？桃园市。来，哪个改的自首一下？啊，六都哎、欸，人家写桃园市。哎，好，桃园市44户，显见遭放射性污染之建筑物，要惩罚一下，仍未禁绝。原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提出。有遭受放射性污染之余建筑物清查改善计划，于6个月内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吴思瑶、徐志杰、余生林。哎呀，念是谁嘞？107案。我最后，后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核能研究所而后未经原能会审查同意，不得再参与台湾电力公司招标案件。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吴思瑶、许志杰、吕孙林。110案。主决议前面有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修正通过。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张廖万坚，众嘉宾吕孙林。111案，原要求原子能委员会核能研究所未经原能会审查同意，不得再接受台湾电力公司委托案。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张廖万坚，钟嘉宾吕孙林，照修正案通过。117案，依据行政院组织改造计划，原子能委员会原规划将改立为核能安全委员会，跨湖核安会由二级机关降级为直属行政院三级独立机关，所辖之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将并入为内部单位，辐射政策中心亦降级为所属四级机关，原所属核能研究所则规划并入经济及能源部，改制为能源研究所。鉴于未来将面临三核电厂除役，事关重大，原请原子能委员会针对机关组织定位及未来规划提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钟嘉宾、张廖万坚、吕孙林，照修正案通过。118案，最后三行，理应有专门法规才能有效执行核能除役之监督运作等事宜，原请原能会研拟除役法规之修法规划。好，于照原来文字修正通过。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钟嘉宾、张廖万坚、吕孙林。120案，公布的部写错了，去掉人字边，最后一行。原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将此关键绩效指标目标值定为300灯转换值，
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张廖万坚、钟嘉宾、吕顺林、赵秀赞通过第123案倒数第二行未来检讨列为关键策略目标。提案人苏巧慧、联署人张廖万坚、钟嘉宾、吕顺林、赵秀赞通过第125案倒数第二行报告之相关进度以及执行方式，原决议要求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于一个月内以书面送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案人陈学圣，联署人柯志恩、蒋乃馨。第126案倒数第二行原决议要求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督促核后端基金管理会于三个月内检视配套机制，于照原案修正通过。提案人陈学圣，联署人柯志恩、蒋乃馨。第129案倒数第二行原决议要求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督促台电公司于三个月内检讨完毕，以书面送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案人陈学圣，联署人柯志恩、蒋乃馨。照修正案通过。第131案第三行第一段第三行收集核安相关资讯，向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使台湾之核能安全防护更加完善。说明倒数第二行。哦，说明不用了。好，提案人李立芬、吴思瑶、黄国书、许志杰。照修正案通过。第136案倒数第三行原此建请原能会能秉持专业协调卫福部，详细了解不合格的0.12%食品的产地为何，于照修正通过。提案人张廖万坚、钟嘉宾、吴思瑶、许志杰委员。第139案倒数第二行建请原能会研商解决方案，于一个月内将报告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案人柯志恩、蒋乃馨，联署人陈学圣。照修正案通过。第141案倒数第一行请于三个月内向本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提案人许志杰，联署人李立芬、苏巧慧、吴思瑶。照修正案通过。第142案倒数第一行并于三个月内向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提案人许志杰，联署人李立芬、苏巧慧、吴思瑶。照修正案通过。第143案，第143案倒数第三行原始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应订定核电厂所在地地方政府参与核电厂安检计划，并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钟嘉宾、李立芬、张廖万坚。照修正案通过。好，我们苏巧委员加入联署来。现在进好，然后还有好吴思瑶委员。好，那我本席要加入哈，何一准要加入哈。好，143，现在到还有143之一、之二、之三啊，还有吗？有吗？143要之一、之二、之三都没有了，就变成并到143了吗？对，等一下，各位，你们后面不用了，是好，都不用。好，那到144案，144案有修正吗？没有吗？是划线的，是 OK。好，倒数第三行。并建请劳动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研议检讨使派遣人员转任之法规及派遣人员之替代措施。那提案人对，提案人高露委员，联署人张廖万坚，本席好，陈学圣好，照修正案通过。第145案，案由二，原子能委员会应督促相关部会于每两周一次。好，然后再好，这是提案人高露委员，联署人张廖万坚、陈学圣。照修正案通过。第146案倒数第二行请原能会研议
提出相关法规修正后，提案人黄国书委员、联署人苏巧慧、吕顺林委员，我们照修正通过。好，那其他没有念的就照原提案通过，好不好 ？OK， 好，谢谢大家主决议。好，过了。有没有其他还要再谈的？没有。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现在你们要审哪一个？不往下，辐射中心吗？好，辐射中心啊，好，我看到你们最爱的啊。来，辐射中心，来，等一下，他把它准备一下。辐射中心的那个，丢一下那个单子。对对对。辐射中心，然后他单子150，150，150。我们税录151到154案税录，来，各位请看一下，这里面有苏巧慧委员、柯志温委员、吴思瑶委员有提案。好，我这边先说啊，其实我就是照决算数了，所以我希望整理，就这样。好吧，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决算多少？那就一样纳入我的，但是他把我写错了，我的那个提案是增列120万了。你看对照那个153，对啊，增列12啊，对啊。哦，对不起，我一个4万，一个12万，对对对，那就加起来就是 under 在小，跟巧慧一样嘛，50万里。好 ，OK， 好。现在好，那就照。还有我的。好，柯政委员是增列50万。增列50万没有问题嘛？就是。没有，那不一样的。哦，你是不一样。对，我是不一样的。是有关于他们那个是那个，这个没有问题吗？我上次沟通过了嘛，50万嘛，税入增加50万嘛。因为有关于这个，我们这个日本和这个日本进口的数量啊，在没有发生之前，你看嘛，你们增加50，我想这个部分对你们来说应该是 OK 的吧？超好的。税入增加50是 OK 的了，是 OK 的，就整个这个税入增加，对啦，那就好了，就50了，整个50哦，是整个50还是？整个50，整个50，整个50可以，都并在一起好了，就规费收入，好了，规费收入增加50万，好不好？那苏小委员都并案在里面，好不好？可以啊，并案50，哎，这不一样嘛，这样加起来应该增列加，哎，巧慧，我们这样加起来应该100了吧？没有了。我的是那个，对啊，我像只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多承担一点部分，可以帮助民生来检核更多的有关于分析检核这个日本的这样的部分。好了，增列100了，做不到无所谓了，加油加油，多多增加了，这样才可以。好了，100了，好。加一加做不到，没有做不到，不是，那个。苏小慧委员那个场地的那个50就内涵那个吴思瑶委员的哦，然后柯政委员这一部分就增加50万，好不好？总共税入增加100万，好不好？来，我们税出哈，税出一般行政。好吧，我们就不区分了，好了，好不好？我们就不分那个人员维持、基本工作维持，就一起讨论好了，因为没有特别强调要删什么。为什么我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好，啊，那就是那个、啊、几案到几案呐、啊？几案到几案？就是这个156，对。说吧，主席，这个有，这不，这个张廖委员这个有删减，所以这个要说明。那就说明呢？156啊。对，有没有他讲150？这边是很高的，对，因为报文那个是一次性的支出，而且我们是需要紧急的发电机。好，因为就是整个实验室的，对对对，因为没有外电了，就需要靠紧急的备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次性的需求了，所以请我们一个很小的，就30千瓦，我们现在要一个，不是买一次，以后就一直用，哎，是讲今年就给我们这样子，哎。好了吗？好，请吗？
怎么样？结果呢？板凳照例吗？啊，同意照例，同意照例。啥照例？我跟你讲。志阳，可以吗？因为最远的要听一下。15-160哈，照案通过。高路委员那个还是一样，就是哦，通案处理。好，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幕，161-16，因为不多，我们就一起讨论好了，好不好？来，好，进。谢谢赵委，你的麦克风。对不起啊，我在第162案哦，我是提案冻结200万，小小的动一下，我想还是在跟我今天的咨询有关系，有关我们这个我们台湾地区的背景这个辐射侦测啊，哈，包括我们这个辐射的背景值跟环境的一个关系哦，可以多多的宣导应用在民生好务实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要请加强，所以我只是着重200万，那书面给我就好了，谢谢。好，200可以。报告委员，这个我们赞成冻结了啊，赞成冻结，但是因为设备的汰换哈，的确需要钱，需要时间的。200万给我书面就。对了，但其他的，那个吴委员跟奶公是全数冻结啊，有没有意见？没有啦，吴委员，他跟我一样了，是冻结了。一样，对啊，他是全数冻结啊。不是那个新纯跟我的部分是都是属于冻结啊，只是那个。钱不一样而已了。那柯委员跟何委员是一样啊，那蒋委员、吴委员和我的是一样的。那我是因为说，哎，我也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系统究竟是什么，预期效果是什么，所以我也是一样，我是三分之一啦。那我有书面就可以了，这样。好，问题三分之一。不晓吴委员。好，这个就是针对这次这个日本那个核灾食品来了，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一直觉得要自主啦。好，你们也在推那个什么本土化嘛，对不对？核灾那个食安本土化的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自己检查，你即使要开放，你自己不检查，哈，完全用日本的数据，哈，虽然他们可能人家讲可能比我们先进，但是问题是他是利害关系人呐。啊，他是要输出的人，他当然，你一下就接受他的数值，我们国人没办法接受，哈，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你这一块你一定要跟我们讲清楚，你要怎么样帮国人在这一块来把关，要不然我们就全数冻结。这个书面讲清楚了。来，奶公，我想这个部分我是全部是冻结，跟志阳一样哈。基本上，啊，我们这次福灾如果照行政院的这个说法，照卫福部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做法，除了福岛之外，其他的都要开放了。而过去是双证，一个是辐射证明，一个是产地证明。而未来呢，辐射证明不要了。有辐射证明的话，就表示日本呢，他自己本身要筛选。现在辐射证明不要了，那就变成我们作为唯一把关的地方了。那我们的数量绝对应该要比过去要增加很多才对呀，怎么还是会像过去一样，卫福部说这一批要检查，然后我们再重新抽检，这就不对了。而且整个的所有的进来的东西通通变成我们要负承担，我们的人力在哪里？南部三个辐射中心的，北部核能研究所10个 part time 的，要做整个日本产品的所有的核灾的检查吗？辐射检查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做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啊。我们以前是从日本的筛选完以后，从日本通过的东西里面我们再来做抽样，可是现在日本不做检查了，由我们完全做检查，我们这几个人够不够做？你全数冻结这样子啦，对，我是觉得要全数冻结，你要提出计划出来，你到底要怎么办？而且辐射中心依照它的组织法，是针对核电厂周边的水、农产品，台湾的农产品在做检查，现在变成要从日本的东西进来，通通要我们这边来检查，我们怎么检查法？
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今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保障我们台湾的人民生命安全的话，我觉得太荒谬了的。不，来，我主席我讲一下哈，我想乃公有点误会了哈。如果说那个视线是我所知道，是说如果有一些食品的管制要开放的话，他还是要双证明，没有说没有双证明了，这第一个了哈。第二个哈，我赞成哈，我们这个那个志扬委员讲的啦哈，就是说我们一定有一部分要来协助卫福部来做这个辐射侦测，因为现在的民众确实有疑虑，确实有疑虑哈。那我是认为说哈，因为他们本来也有一些业务在做。哦，所以我们冻结一半了，好不好？让他们来说明之后，我们再来，也要准备对这个跟卫福部这边协调一下，也要针对这些日本进口食品的管制或哈的措施、协助的措施来做一个说明。那我们另外一半再解冻了。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讲现在来讲，除了五县市之外，都要有辐射证明。将来开放了以后，五县市以外的通通都不要辐射证明。怎么没有？哪里有？没有辐射证明，你到卫福部去问，就没有了。现在没有双了，没有双证明了。我好，我来问一下了，我。所以这个将来的辐射的问题，谁来负责？就变成我们来负责。我们从日本进口食品，我们还要替日本来负责任。然后我们有没有跟日本没有司法互助？那我们在干什么？很奇怪啊，就是我们一直想不通的事啊，对不对？如果日本他本身要去做检查，我们再从他检查里面做抽样，检查合格的东西里面我们再来抽样，就像现在这个样子，那还说得过去。如果日本本身都不要的核灾证明了，这个辐射证明了，由我们完全承担，没有这个理由吧？他自己不做检查，要我们来帮他检查。好，我想问一下哈，我们这个预算446万，我们都用在哪里？如果好来，如果没有日本的食品要进口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是吧？今天因乃公是因为说有这个食品进口了，然后觉得你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要冻结这个预算。那我想要了解446万都用在哪里？没有。主要是用在台湾地区背景辐射侦测。什么叫背景辐射侦测？我们有46个监测站。好，我再来了解。环境的监测，跟核电厂核设施对周围跟人员。OK， 所以没有日本食品进口，我们还是要做这个预算，我们是要针对那个核电厂周边地区的背景辐射要做侦测嘛？对，好。如果冻结了以后，这个业务有没有办法进行？当然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嘛，会受到阻碍了。所以我现在了解说，这个是不是两回事情？是两回事。好，如果电厂周边的地区的背景辐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预算当然非常重要，愿意支持。那日本的食品进口，我们原能会当然职责是协助协助了，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功能嘛，哈，跟农委会，那应该想办法要去增加预算，让你们是有办法去执行这个业务才对嘛。好，来公，我不晓得我这样会不会跟你冒犯了哈？没有问题，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子？我上次质询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主委说不需要增加呀。是吗？有吗？我没有这样讲，我有吗？对不对？你问我说人力够不够，我也讲说保留。我保留。日本的食品的检查、辐射检查，完完全全做在国内的，我一毛都不删你的，我也不动你的。这就是嘛。啊，你现在要支援去做那个事、啊。那446万有没有办法做日本的食品检查？是不行吗？啊，你们现在日本食品检查，你们用多少预算？收费的嘛，收费的嘛。可以啊。可以啊，诸位啊，对啊，这样子的啊、哦。研究所10个不去支援，辐射中心3个不去做支援，你答应？你可以做。我预算我没有意见。你可以做那个嘛，承诺用主决议的方式来附带决议了，好不好？对的，所以辐射不能啊，不能做，你就去按照你的组织法，你的执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委托给钱啦，委托你们来协助这事，要对不对？给钱才对嘛。对，这不是给钱，因为你原来的编制人员就没有去做这个事嘛。你现在把这个编制人员的钱、人力去做资源，去做你额外的事情嘛。
所以你如果你去做本业，我没有意见。你现在做核灾食品的检查，尤其日本的核灾食品检查，都不是你的本业。没事，哎，等一下，那个自然委员先讲完，他再一起说明。我想一下，这个名词很容易被搞混哈，就是叫做什么？背景辐射侦测。那整个大项叫做环境辐射侦测，哈，这个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但是从你预算书十九页自己讲，所谓背景辐射侦测是计划的内容是有包括，台湾地区食品跟饮用水中的放射性含量嘛，所以不是只有核电厂的啊。是的。他这个写的没有先写啊。好，我们的意思是这样了，不是说你这笔预算直接要用来侦测那个日本的食品，而是我们觉得，我觉得你们是台湾唯一有这个能力在这件事情出一点力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你告诉我们你在这件事情你要出什么力，啊，然后你能做什么事情。啊，如果这件事情同意了，至于那个钱是人家委托你要委办费要给你，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也，你现在的业务本来就没有，那当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东西等于来要求你们，啊，要把这个 job 把它 take 起来。但是至于说这个钱是将来人家会委办你会有费用什么，那个是没有说要从这里面啊去凹，因为你这个东西你可能每一个站的那个费用大概就固定就算下去了，对不对？对了，你这是监测的嘛？对了，啊，随时就是说啊，对。但是我觉得我也只有这个地方可以稍微逼你们要正视这个问题。听到了，好，谢谢。看完英明的这个招委有什么才是？何金纯讲完话，我就知道怎么做，你自决定。他喜欢先帮你做这个结论。没有啦，我个人发表一些意见啦，哦，这一笔费用哦，这个预算啦，哦，当然陈主刚刚黄国书委员讲得非常清楚哦，这个是为了核设施还有我们全台湾的这个辐射侦测站哦，我们要对这个台湾环境的一个维护跟辐射安全的一个侦测哦，所以这笔预算我们先讲清楚，所以要请大家支持。第二个，应该是这么讲，日本食品要不要进口，不是原能会的本业跟专业。日本食品要不要进口是卫福部的食药署，但是因为卫福部的食药署它并没有辐射侦测的专业，所以在这个部分要不要开放日本食品进口，它的这个进口的食品有没有辐射，就需要我们原能会的辐射侦测的专业来支持或者是来协助卫福部。而这一个协助的机制建立在我们有一个规费的收入，每一件日本食品要进来台湾的时候来要侦测，专业就在原能会，所以要委托他们。那他们呢，因为有一些成本考量要收规费，这个就是他们合作的一个机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讲清楚，如果说要要求原能会把他们的专业拿出来去防止日本有辐射的一个食品要进来台湾，我们要绝对禁止。那就是如同刚刚柯志恩委员所讲的，在那个规费的收入里面你给他增加多一点，要求他们要尽责尽量去侦测，有辐射的就是不能进来，来建议卫福部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是建议说大家讲清楚，好不好？其实你要转任发言人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很清楚。虽然你是收费，可是你的人并不是外加的人，你还是用你原来的人。你原来应该要做核电厂周边环境侦测的事情，你把它拿来去做日本核灾食品检查去。问题在这里呀，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今天你要增加人，你额外的人你去做日本防灾和日本的核灾食品，你不能用做环境监测的人去做日本核灾食品的检查。我想我这样讲你应该就很清楚了。现在目前都在检疫要求他们增加人力。我当时咨询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原能会人手够不够，
对不对？你们人手不够，你们应该想办法去处理，而不能用现有的人员去做这些事情。收入，对，收入，对不对？如果人不增加，没有错，那我们的食安怎么办？我从头到尾就是这个意思。是，这立场，我们立场都一样，我们立场都一样。现在只是说，要不要用冻结这个方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这样的，就我们立场都一样。我们附带，因为我质询的时候，主委没有告诉我他要怎么做。那我们刚才审税入的时候，所以我才提这个案子啊。各位已经有增加那个进出口食品放射性含量分析了。报主席，我说明一下哈，因为当然，这个侦测中心是负责这个刚刚讲环境监测没有错，可是我们还有另外的任务，因为我们有这个能量，其实我们有所谓的对外服务，就民众你如果对你的东西有疑虑，你可以送检，就是刚刚讲的收费，所以这个卫福部这个要求，当然我们也是照这种精神来做，那个、是偶发性的，那是很少的，对，那个不是，将来日本全日本的东西进来的时候都要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到底要怎么做？这我了解，你不要把不同的东西当做一件事情来做比较，没有错，好不好？这个我叫我们能够协助的部分，我们有一定的量，也不是无限制的。但是我查了卫福部的，他说啊，国内有六家单位可以做，现在只动用了两家，就是我们跟核研所，哦，还有清华大学啊等等。我是问清华，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们有一些规划，也可以，你们这两个单位就不要去做嘛，让清华大学去做，他们有一些规划，让清华大学去做嘛，因为这是卫福部的资料，好不好？对，就让清华大学去做嘛，可以吗？乃公，我们都支持你的意见，啊，是不是用附带？既然就支持我的意见，就把预算冻结，他看他怎么说。那我建议了哈，乃公，你的讲法还有说法、态度、立场，我们都很支持，因为大家都一致，因为这个对食安来讲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是不是建议说，这个冻的数额大家可以讨论就。动，然后附带决议，你刚刚讲的说要求他们增加人力、设备等等，未来因应支援卫福部管制日本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我觉得这个东西写个文字在附带决议里面可不可以？我建议啦。这个东西这样的，我现在我站在我的立场，因为我是反对进来的，所以你要增加人口去做这个让他进来，好像是我同意让他进来，好，那我尊重你啦，好吧？那至于你们要怎么提，你们怎么提？可是我只是想要知道一下，你们原能会如果将来行政院真的是要把这个核灾开放进来，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检查吗？如果能力不够，你们要怎么去处理？还是说就像有六个管制单位让其他四个单位去做，我们不要做，我们原能会就只做我们组织法上面所规定的我们的执掌。你们到底是要准备什么想法？怎么叫做？你可以是要那当然是以优先，当然是优先先做我们的原先业务里面先的该做的事情嘛，对吗？可能我们光一句话，我没办法完全了解嘛，对不对？我质询的时候10+2、12分钟来跟你探讨，你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嘛？我当时有讲说保留，对对，那今天在今天在这个场合里面，对对，也有委员质询我，我有讲说能力不够，苹果日报有刊登出来了啊，那这他电子报他有讲，我有讲到这个能力是不够的啊，我希望这个要怎么做嘛？您好吧，啊，怎么做？对，那基本上我已经说明了这个能力是不足的嘛。我现在是全部冻结嘛，对不对？我可以不全部冻结。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是有困难性的。我可以不全部冻结嘛？不全部。可是你总要来个报告吧？好了，针对你的能力，好了，去处理吧，好不好？来共冻结100万了，冻结100万了，300多万让他们执行。这个他们现在有例行性的业务在进行嘞。业务啊，是台湾地区背景辐射侦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人家新存都讲三分之一了，你还讲是100万？三分之一了，没关系了，3/3了，报告3/3了。三分之一100，将近150啊。你问我刚刚，当然我是说还好了，还好了。你因为你们是全年性的计划，没有什么差。少一点，少一点，对不对？100万就好了啦。你就来个，去挡人家这个平常例行性的。我这是我例行性的工作，你因为这个实在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好，我说实在的，可以，100万，好不好？100万，专案报告，一点关系。好，专哎，师傅跟你对，是专案报告。好了，专报好了。书面的话啦，书面就好了啦。主委，三分之一书面。
哪公司好意跟你讲？好了，三分之一书面了，三分之一书面了，好不好？三分之一书面。我从头到尾质询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站在原能会的立场帮原能会去想。如果你们人手不足，你们要跟上面去反映，你们应该要增加人手，而不是说我的人手够，对不对？所以这样子讲话的话，诸位，我乃公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去支援日本的，我给你这笔钱你也做不好，你没有人手嘛。第一个我们，所以叫你不要去支援日本，好好做这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支援日本，我因为现在还没有开放，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先动你三分之一嘛，意思就这样子。好了，三分之一就好了。No 啊，三分之一我同意。对，好，但是我觉得要专案报告。为什么？因为这个案子，这个实在是大家关心的，好，也是本委员会的职责。我们不是经济委员会，所以我们对农委会可能没有办法。我还是强调，我们不是，但是对于侦测这件事，专案报告，相信我，专案报告。要做本分的业务，他要报告，他可以说因为不开放，所以你们的疑虑没有这个疑虑，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对，总是有一个结论嘛。总是有个结论嘛。志阳委员，这个要专案报告，核安食品是卫环委员会要去排专案报告，他们去列席是这样子。我们也要有所表现啊，我们本委员会。没有，因为这不是他本来，你就专案报告好像是我们委员会要他去自己去拢着这个事情来做，哎，你懂吗？他一定要报告，因为他怎么样呢？他那就书面。卫福部一定会找你嘛，好不好？那就是去，他是卫福部一定会找你说。要不要开放？不开放那就没你的事，你还是说因为没开放是这个问题？那是主跟副的问题。你如果在这里，我们这里专案报告好像是我们教育委员会主要要求他要主动去帮。我跟你讲，一个重要的议题，只要扯得上边的委员会都有权利排案，是可以啦。看你这个委员会重不重视这个问题嘛？我们很重，就是这样子嘛。预算就不是那。那这个东西跟核灾食品有关系，原能会怎么？可以了，排专案了，排专案没问题。怎么会没有他的事呢？小事了，不算数啊。来立法院主动要求，我再跟你讲啊，专案报告就主动去做这个业务，小事了，是被动接受。我没有啊，他必须把他跟其他单位听前辈的话来，是要听前辈的话就排专案报告，听前辈的话，好不好？专案报告来，你叫我报告，排专案报告。报告不了东西。好了，我报告我要报告什么？主委听我讲了，你这样的话，我叫你再排五次专案报告。你不是对了，好了，排专案报告，这个若排专案报告动一百就好。好了，动一百排专案报告，好，好，你就要排。好，好，我看这到时候题目怎么定。动一百排专案报告，好。这下一届招委头痛而已啊。好嘞，好，我们就这个台湾地区。哎，它这有两项哎，还有一个是设施和设施周围环境辐射侦测啊，总共有两节啊，对啊。好了，我们整个好了，整个这一个环境辐射侦测，我们就动一百专案报告好了，好不好？一六一到一六五了。妥妥一百了。然后专案报告了，好不好？一六一到一六五，好不好？好，主决议来一六六主决议。没有问题，是好，主决议照案通过。好，来下面一个单位，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税出来。好，那个167先保留，好不好？因为它是总项，好不好？我们先从一般行政第一目开始来。我拿一下160，我看。168到173，一般行政的。我减了1200，你们都没人支持我，真的。没有啊，哪里？支持一下吧。到现在稍微都没讲过什么，支持一下1000好不好？你要申诉？1200万，来，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困难。报告招委，他这个科目人事费就占了5881万多，如果说减1200万，他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对，唔通哦，好了。
我们先走。那是，那砍一个，砍一个多少？五汤啦。好，一般行政刚刚都一般都砍多少的？都没砍吗？好了，刚刚都没砍就给他过好了。好，谢谢。好，那个蒋博士。健康还要砍蓝雨的预算，哪有这样？这个都是听不嘞，啊？因为对，没有说砍，我们没有砍，没有不砍了啦。我都听你的，来，好，第二个第二幕，放射性物料管理，这个应该是175到177。对，175，好，全数冻结，好，你总算该支持我了吧？刚我支持你，支持我，现在我支持你，来。这个是，他全数冻结。哪里？谁呀？冻结两万。来来来，这个案子我非常非常少，两万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业务会里头有国际组织的会费，那我们发现原能会跟我们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是不是都有参加，重复参加了？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一个单位会参加一个国际组，原能会也参加，然后这个管理局也参加，是不是重复参加了？谁来？哦，有点专业。对，这个国际组织会我们是参加了美洲核能协会的年会，那这方面的美洲核能协会它也有定期的刊物，我们都能够分享到相关的资讯。啊，联能会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对，所以我要请这个立委来支持一下哈，谢谢。因为我就举个赶快哦，我就举个例子，台湾不是有机械工程协会吗？那机械工程协会它也有做冷冻空调，我们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再问一下哈，176万这里哈，其实是国内的组织了。为什么我去调了我们核研所参加的国内学会，总有三十八个学会哦，学会跟协会总共参加38个，这里头有非常多原能会也有参加的，重复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不，这个预算非常少，坦白说。好，我只是想点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个学会原能会也有参加，那你们原能会底下的核能所也有参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好不好？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同单位同一个单位，好，原能会也参加，核能所也参加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以这个国内组织会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参加这个中华核能协会，那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它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它是一个团体的会员。那顺便报告，就是核能协会底下有各种学术委员会，里面有一个核废料的学术委员会，也有一个核子设施厨艺的学术委员会。那这方面呢，我们在管制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呢是需要跟这个民间的学术团体来合作。我早上也有报告过，我们现在正在举行的一个台日核电厂厨艺的这个技术研讨会，我们就是跟这个中华核能协会底下的厨艺学术委员会合作来办理的，那个效果是蛮不错。那因为这个团体会员的会啊，其实也不多，嘿，那我拜托委员给我们支持。这个钱很少，我是只想了解，那原能会是不是也参加，核能所参加？你是不是多头马车？是这个问题了。不同了啊，不是多头。你不然这样了，你把原能会参加的跟你们参加，我来对一下就知道了啦，好不好？顺便给我了，好了，顺便给我。那个高路委员3000块给他吧。要减2000块的啊。既然被点名了，不过我这里提出来的都是你们从过去这次编列的预算跟去年编列预算每一次都有增列的部分啦。那增列的部分都没有提出说明说为什么你要增加，即便2000块，我也觉得这是人民的公帑啊。好，对啊，不该用的时候2000块，一毛钱也不该用。对啊，10万块也该用。对，行吧。我们非常佩服这高路委员啊，很仔细的看这个预算哈，但是因为这短程车资啊，
对不起。们假设你们想要偷偷的塞一些钱在这里面，怎么办呢？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公家机关的这个交通车辆是很少很少的，所以政府是，就是鼓励啊，短程的话啊，必要的时候你就当个计程车。那你们这个都是评估出来的吗？以前的1000块钱啊，一年1000块钱真的是不够用，所以我们编了3000块钱，不过被高路委员看到了，这个有没有不好意思？我们还是请委员支持一下哈，这个一定是要实报实销的。好了，实报实销就好了。讲那么多，好，那就高路委员这就照例哦，好，75到177就照例啊、哦，再过来是178到182。放置性物料管理啊，到182啊，对吧、啊？到182，对啊。前面，那要不要先从我这个2000块讲？好，通讯费。不是这个通讯费哈，我可以跟184一起讲吗？可以的。182跟184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哦。对对对对。但是他们提出的说明182跟184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通讯费啊，对啊。对，就是同样是为了就是、提供行政院永续会核废料对策议题兰屿核废料储存厂这项调查工作之需求，然后呢是参考105年之实际费用，然后编列酌增加，只有钱不一样，但是182跟184你们回复本席的说明是直接复制贴上，那过去没有这样的通讯费吗？啊，现在全部都是这两笔也是增加的费用，然后呢，增加费用没有说明理由，但是你们回复的说明这个理由是复制贴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呢对这样子的说明，我们抱歉，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委员报告，我要争取这一笔预算。因为这个面对会有家园核电厂的处理跟核废料的这个处理的业务呢，真的是急剧的增加。更何况呢，现在南屿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在进行，行政院的会有家园的推动小组也都在进行了、啊，还有我们跟核废料的这个处置沟通平台跟 NGO 方面的互动呢是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业务真的是越来越增加。那相关的这个通信费用啊，真的是有需要。我坦诚的跟委员报告一下，物管局负责核电厂处理跟核废料的处理处置啊，业务急剧增加，但是一年下来啊，真正它的业务费啊，扣除掉人事费，大概占了70%啊，业务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要恳求委员啊，在这方面给我们支持，谢谢。来，各位，下次给本席的回复不要那么敷衍。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好，那这边的话，我想我从178案，我不晓得跟志扬委员哈，还有嘉宾委员这边是不是一样，因为世杰委员跟嘉宾委员现在是不在场。那我想我们这一案呢，535000元看起来不是很高，不是很多，但是为什么有人要提案减列？然后像我们的提案是冻结，其实应该还是那个最终选址的这个问题啦。好，那因为其实最终选址现在其实都还没有选好，那可是我们还是要编了一个费用来说做什么呢？说做好安全的前置准备。那都做了什么？做了人员训练和演讲。那我们不太理解说这个部分是不是纸都还没选出来，那为什么有这个必要？是不是请说明？说明可以的话，那我们就考虑。好，谢谢。你这个是不是从98年编到现在，每年都编这么多的数字？不是，那个每年编的是越来越少。但在这个地界核废料的选址方面，台电没有着落啊。委员失望这是一定的，但我们也是非常，对台电的这种作为我们不满意，所以开罚了1000万元。那委员会怀疑说，那既然选址没有着落，为什么还编列53万？这方面的工作啊，还是有需要的。每一年呢，台电必须呢提报下一年度最终处置它的工作计划有哪些，它提报过来，我们邀请学者专家帮我们一起来审。每一年呢，我们也会去
检讨去检查台电的上一年执行的成效。我们也有定了这个成效评鉴的办法，先邀请学者专家来评鉴。今年底呢，台电对低放处置啊，他还要提一个低放处置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下个月底就要提过来。到时候呢，我们邀请学者专家啊来审查。更何况呢，今年年底呢，我们要求台电要提这个处置的应变方案，这个应变方案提过来。我们也是邀请学者专家来协助审查，学者专家的这个出席会审查会是有需要，然后很不好意思再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这边呢还要涵盖一点的打官司的费用，啊，譬如说我们开发了台电1000万元，台电呢他也是跟我们提出了诉讼，啊等等的，所以53万啊，讲来讲去还真的是不太够用的了，啊，所以。我还是请委员给我们支持。来，这个报告招委哈，这个就是我在这个委员会咨询的，就是说这一套办法我们可能恐怕要改变啊，你不要说这个选址很难选，选了好久选不出来，选完以后你也拿他没辙，因为照我们的方法，选完以后你还要办公投。好，那你们有很痛苦的经验，我知道，对不对？叫地方政府办，他就死都不办，啊，叫经济部说，经济部说我不会办，啊，我不是办理公投的专业机关，或者是说，哎，我好像是利害关系人，我自己是用电要开发电的单位，我好像不适合办，啊，结果没有人要办啊，所以你选址就选了老半天，选完以后的公投又没有人要办，那等于，然后久了久了又觉得干脆又重选。啊，又来一次，又来一次重选，这个机制哈，我觉得哈，这个钱当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一直在里面打转，实在是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那时候我想请主委说，哎，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当然可能跟现在法规的规定可能不太一致。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原能会比较客观中立了。好，地方政府他一定不愿意得罪他的选民啊，然后这个。经济部办的一定大家觉得他跟台电站在一起啊，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大家认同的一个主办这个选好以后的公投的主办单位啊，或者是说明的单位啊。当然，也许你会觉得啊，我那个是台电的事情，他要负责去说明。但是如果还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一套机制哈，永远都在那里转，转不会出来。所以我们才觉得说，那你这个东西你没有改善，改变的话，我觉得这些钱都是白编的，就一直在重复在做这些无聊的事情，啊，没有改变，啊，这是我的想法，啊，我看法一模一样。我要跟这个，你信不信这个预算哦，今年不编，明年还是一样，没差。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啊，没有错了。委员刚才有提到这个制度面上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今年年底就不太一样哦。制度面上真的有点改变哦，年底他因为跳票，依照处置计划的第10章替代应变方案，我们要求要出炉哦。出炉的话，明年哈，那个经济部台电就成立一个选址委员会，选什么呢？选集中式的厂址。主委，我跟你讲，主委如果连任主委10年，10年后还是选不出来，我跟你赌好不好？不要讲那个骗我了，酸不出来了。我在这边绝对不敢骗委员，我只是即时向委员报告。好了，来来，这个案子怎么处理？来，志阳有什么要？全。谢谢。我们是这个179、178，许志杰跟钟嘉宾不在，好，那我就跟巧慧，你算苦主哦，你这算苦主哦，嗯。新的想法之类的，有个报告给吴委员跟我们几个提案的委员，这样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机制很重要。啊，我也在帮人，这个机制我觉得不是书面的。哎，好，这个也要报告，这个机制比较重要。好，
就先提书面报告，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了，这个书面报告以后大会交下来以后，到底是书面报告被查就，还是书面报告以后还要做这个专案报告，都还不一定嘛，所以就先提书面报告好。看招委，对对，看大会交下来。我觉得这机制真的很重要啊。那刚刚机制可以好好讨论。刚刚局长有说了嘛，怎么年底就会有一套新的嘛？那是不是就提书面给我？那你要动多少？我们委员会讨论一下。那动多少？十万就好了啦。就十万啊，好不好？十万就好，动十万，还要有书面就可以解冻。动十万加书面报告，不是啊，书面对啊，对了，你书面报告不是书面报告被查的，书面报告大会交下还有变化的。你们难道不想问吗？对对对，你不想问，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啊，那个我们现在还要审很多前期委员审的，都是提书面报告，然后书面报告来以后就可以解冻，但是书面报告来了以后，我们要开完会以后才能解冻，不是书面报告来就解冻了，好不好？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就说专案。哦，确定吗？确定，我为这个看得很仔细，各位请放心。好，不是书面报告来就解冻了，好不好？跟议会不太一样啊。好，那我们就动十万，然后补书面报告，好不好？不过他说他没有做决定。刚刚那个是178到182哦，那现在183案。183案是我的啦，对，我不是不是，应该是就这个而已吧？不止吧，183。好，没关系，你先听我说。对，84这个是不是只有我的嘛？对不对？ 是只有我的嘛？赵伟，你讲， okay, okay. 我要等赵伟讲话。183的嘛？是183的嘛？对不对？就是、对对，183，就是只有我这边嘛？对不对？对，我完全支持，所以我不用跟别人 share 嘛。好，那我要发表我的意见。好，那个、其实我们做委员的，确实就是只有在这个审预算的时候可以点出问题，然后希望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嘛。所以我当然是在这里就我想要的哦，这个执行的走向来提出意见。所以我在这里这一案呢，看到的是，哎，其实我们这个我们提出要委外的这个事情，根本就是看起来跟我们局内本来就可以有的事情，其实是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同样事情还要委外，还要这么多钱？这就是我提案的原因啊。那我认为，如果是可以放在自己局内做的话，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部内的人员哦，局内的人员更加精进？那其实呢，这段时间以来，局长已经来说明很多次了。好，那我也是可以接受局长的说明。所以我觉得这一案呢，我就有对你很高的期待。那就下一次如果不能够改进的话，我们再来讨论。好，那所以这一案我就照列。好，谢谢。好，那个不行了，委外要委外。大一点小，你刚刚说这一案都是我负责的、啊，不赞成，不赞成。哪公有意见？哪公有意见？你刚刚说了这一案我负责，已经4:43了。你把风向带起来了，没办法，来来，哪公哪公。委外的话要委外给谁？加签的。你刚刚已经，我刚刚有先问张伟啊，委外给谁、啊？给谁啊、那个风向了，没办法，带风向来了。跟在座委员报告一下啊，我还是强调一下，不，我有在请教局长，如果他的委外的话，他是委外给谁？那我就很单纯的报告一下哈，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发展，其实我们有整体的这个规划了哈。那面对未来核电厂的厨余核废料的重要议题，我们也都有全盘的规划。那委外到底是委外到哪些单位？最主要的是国内的学术研究单位啊，除了清华大学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中央大学，还有南部的这个一所大学啊，还有我印象当中有六七个大学。我们为什么要委托这些大学来做我们学术研究？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将来核能研究所如果并到经济及能源部去，核能研究所将来就不能做我们管制的技术资源的单位。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国内的相关的学术研究大机构呢来相结合，我们也要建立他们将来协助我们审查技术的这个能量，啊，所以这一方面的经费，我可以跟委员保证啊，我们会把这些经费啊用在刀口上面。以上。你还有和研所还有基金吗？没有基金，没有。所以一千三百多万全部都是委外。
来，请回答一下。委外，对对对，对对对。但我报告一下，我们有保留100万元呢，作为这个行政上面的资源协调，我们业务上面的哈，1390万都是在委外的。好。招委那个口疾讲不出来。好了，那个好就照例是。好，赵烈好。那回到174案何应存委员，他原动55万，但已经超过这数字就内涵，好不好 ？OK， 好。只动10万啊？哦，这样子啊？那动十万，好，何应存委员就动十万，好。184案到187，184到187。你们，高露委员，好，这全部都是大幅增加的部分。好，那我要主要这边我就针对186的部分，这里面呢有增加的部分，你们说是因为有派员质询较多的去兰屿储存厂的这个检查的部分，对不对？那你们调高18800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增加次数来。对啊，人数来。你们为什么国内的旅费是这样子，突然就增加了180000？我们600000元的这个整个差旅费用啊，是一整年的那个检查费用了。我们检查的对象包括核一厂、核二厂、核三厂的所有的核废料的储存设施，当然也包括兰屿储存厂在。像兰屿储存厂，我们每个月都派人去。特别的是呢，在兰屿储存厂方面呢，在明年8月间会启动一个安全提升精进的一个计划，到时候我们还要加强派人去。所以这是为了安全检查需要的差旅费用。好了，我这边已经拿到你们的补充说明，謝謝。那你之前应该要先付给我。好，谢谢。赵烈，赵烈。好，但是还有许志杰委员啊。好，他不在。应该尊重他吧？啊，不用啊。好，那184到187，赵烈。好。188、189，其实188我这里是针对他这个储存设施，如果没有办法在除役前完成的话，我们原能会还有什么督促之外的措施跟作为啦？哈，那因为原能会是很用心啦，给了我三大面的说明，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宜啦。哈，你这个后续怎么作为？还有现在新北市还是没有办法给你们那个推出保持那个完工那个证明嘛？哈，执照。那你们我知道的就是一直持续沟通，但是今天在处理预算了，你们还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可能采取的作为，或是你们沟通上有什么新的进展，好不好？还是让委员知道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有关这个用过燃料干燥储存的这种管理哈，因农会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方面呢，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审查我们该审的。那核一厂、核二厂的这个我们审造。合照的过程啊，我们都所有资讯对外公开，但是很不幸的呢，我们也是被环保团体在告，在诉讼。那跟我们报告，核一干组的诉讼，我们原能会也胜诉；核二干组的诉讼，原能会也胜诉。只是对方现在还会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我们还是要继续打官司，也是要经费。那你问说，那新北市政府不同意，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方面的确困难重重，不过呢，我们原能会，也是想尽办法啊，要来化解民众在这方面的疑虑啦。早上我也报告过，就是民众总是认为觉得这个露天的干湿储存不那么安心嘛，那地方政府也许就会有所迟疑。原能会已经正式发公文给台电，在
厨艺计划里面规划的干式储存要采室内储存的形式，希望这样子呢能够疏解民众的疑虑啊，让干式储存能够获得支持，这是一点啦。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厂内干式储存设施真的还是困难重重，那还有一个备用的就是集中式储存的规划啊，台电也在积极进行当中，我们会想方设法来督促经济部跟台电呢、啊。尽量克服困难，对，这就是重点，你们想方设法来督促台电公司强化这些作为。台电到底有没有鸟你呢？到底有没有理你呢？哎，农会还是一个安全监督单位，台电呢，你有什么更强的东西？如果他不鸟你，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办、你这边说有关原农会这边督促台电强化安全措施配套，因应这些用过的核子燃料储存问题的检讨报告，因为涉及还要再跟相关单位协商，所以你希望本席来同意你两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然后再来说明嘛，所以你们还有两个月时间才能够再跟台电有具体的磋商的。我们今天已经在处理预算了。那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方面的这个预算，真的是用在这个干式储存的管制方面，我还是要拜托委员同意。好了，反正你已经要给我书面报告了嘛。对对对，那我就动20万。啊，你给我书面报告，就这样好不好？谢谢。20万给我书面报告好不好？因为他自己说两个月要提书面报告，那就提来啊，就20万嘛，两个月就20万嘛。还好你不是提4个月就40万嘛，20万，两个月20万，提书面报告。20万，不用书面报告，要嘛20万书面报告，对啊，动20嘛，对。好，那我们先回到167哦，因为。不，167是总，哎，对，税出总动300万，有没有超过300万？现在没超过300万，那万金就不坚持，总共动多少钱？那就动30，好不好？好，谢谢。来，那个还有一个，主决议苏巧慧委员的190案有没有问题？190案，主决议没有，我们今天审到这里就好了。因为核研所大家对他很有兴趣啊。慢慢来，我们是要给他鼓励的。核研所，我们都给鼓励。我们刚刚讲过，核研所，各位请放心，请放心。怕在混沌当中乱删，需要清醒当中支持你们，好不好啊？有没有问题？好，190，这个主决议就照案通过。好，那今天我们要还临时提案嘛？是。先这样。等。我们今天审查结果，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关于今天的会议，做如下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各位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已部分审查完竣，未及审查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你们等我们一下吧，免得会乱，好不好？临时提案有没有问题？宣读一下，宣读一下。你们看一下文字要怎么改，来宣读一下。临时提案参考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会中事第10500156123号函头提供的资料，比较国际核电厂处理方式 DECON 及 SEFSTER 之优劣差异。报告中指出，采用 DECON 会有如放射性核种污染有显著的衰减，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去暴露在较高剂量的辐射环境，以及相关技术设备及人员训练可能尚未完备之余，而采用 SEFSTER 也有具经验工程师可能已经离职，无法提供协拆除作业期间电厂仍需编列预算等疑虑，两者拆除方式皆有讨论空间。为原能会以除役作业时间为限制，以致目前台湾核电厂除役经过使用 DECON 无法依现有技术设备之问题做出更合适之弹性选择，原此建请原能会原子能委员会以安全及乘以低辐射量、辐射剂量考量为基础，修改除以作业时程，并将 SEFSTER 列为
国内核电厂出一支方案是否有当健康公决，提案人委员柯志恩，联署人委员吴志阳、陈学胜宣读完毕。叫你们分析做日本事，这个怎么样，柯委员？修正可以了吗？不修正好，那就照提案通过啊。各提案如果有委员要补签的话，请议事员详细登载在议事录。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好吧？好。哦，教育部的那个预算，因为我们下个礼拜三要去高雄考察，所以我们那个截止时间延一天，延到12月1号，好不好？哦，中午还晚上？下午五点。下午五点。中午。中午了。啊。下午五点啊，慢慢来啊，下午五点啊，下午五点。谢谢刀伟，这次先谢谢你了，谢谢刀伟，。不会了，你差几个小时，应该12点已经弄完了。他辛苦起来啦。啊，谢谢。为了你们准时休息。谢谢。感谢刀伟今天这么准时。没有啊，因为吴世尧送我这个啊。那带走哦，我要提醒你，你要不要给我丢垃圾桶哦？我会检查哦。害我现在一路都不敢乱。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辛苦大家，辛苦大家。那我现在能不能够去跟你敲定这个下一次呗？不，我们再看时间。是，你看，那我再，好不好？因为。